好，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6年3月6日星期一上午9:11至下午10:01，下午20:30至3:03，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邱毅颖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30人，列席人员经济部部长李世光及相关人员，主席高召集委员志鹏。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经济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经济部李部长世光报告后，委员邱毅颖等16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李部长世光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决定：一、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均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二、委员陈明文、林代化、吴志阳、林俊宪及徐真卫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通过临时提案28案，内容敬请委员参阅。散会，议事录宣读完毕。在场委员不足3人啊，议事录先暂时不确定。继续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宣读报告事项，邀请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那现在在场委员已经足3个人啊。那请问各位同仁，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如果没有错误，议事录确定。那现在请公平会黄主任委员美英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大家好。今天是我从2月1日奉任到职以来首次奉邀代表公平交易委员会向大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业务报告，倍感荣幸。上一个会期，承蒙各位委员对我本人及本会新任委员提名同意案，以及对本会施政提出宝贵建言，美英特借此机会向各位委员致上最高的谢意及敬意。以下仅就本会近期重要的业务及未来施政的重点，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敬请指教。在近期重要业务方面，我们有4点报告。第一个是在执行公平交易法与多人次传销管理法方面，审议涉法案件方面，105年度本会收办案件及主动立案调查案件，总共有2311件。办结2268件，其中经认定违法而处分者有133件，罚锾金额总计达2亿6767万元。另外，从本会81年成立以来到106年1月底为止，累计各类收办主动调查案件总共有50055件，办结案件是49783件。累计结案率 99.5%， 累计受本会处分案件共有4286件，维持处分的罚锾金额已经达到150亿5327万元。我们近期查处的一些重大案件，我们说几项哈，包括了第一个，处分凯擘公司等频道代理业者，就其代理频道105年度的授权为无正当理由的差别待遇案。第二个是处分红英公司，促使经销商对有使用其他竞争品牌伴唱产品的下游事业加收租金，不当阻碍竞争者从事竞争行为的案子。第三个是处分的寄生公司，限制下游经销业者转售新销料制品价格及经销区域案。第五个是处分的全家便利商店、全家公司未完整揭露
加盟关系限制事项的这个案件，接着是处分的环宇公司麦杰普瑞公司从事多层次传销应报备而未报备的案子。在结合案件部分，近期处理的重要结合案件包括不禁止日月光与细品公司结合案，第二个是不禁止台湾中油公司与东鼎公司的结合案，第三个是不禁止联华公司与同宝公司结合案。在规范查查不实广告部分，105年度我们总计处分不实广告案件有77件，罚还金额合计达4435万元。其他我们也有修正本会对广告案件相关处理原则，来增进执法的标准化跟透明化。管理多层次传销事业方面，105年总计处分的这个违法传销案件有33件，总共罚还金额是810万元。处理报备案件5214件，另外有对52家违法迹象的多层次传销事业，我们进行业务检查，检查发现有缺失的有29家，都已经完成改善。其他的相关作为包括办理年度传销事业经营发展状况的调查，发布多层次传销的警讯，实施专案监管，还有更续跟检察机关、法务部调查局、卫生福利部合作，共同打击不法的传销事业。在规整重点产业秩序部分，我们做了3项查查计划，主动的查查相关产业有没有违反公平交易法情势，来提醒业者遵守法令规范。在查查105年9月风灾过后的蔬菜价格供需市况方面，本会在台风过后立即派员赴传统市场访查蔬菜零售价格的市况，也出席了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工作会议、行政院农产品产销管控机制及菜价平稳检讨会议，就相关案件之查处与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法务部等机关密切合作。此外，本会内部也召开了防治人为操纵物价专案小组的会议，启动各项查查机制，积极调查有无相关业者涉及联合行为等形式。近期内，我们在禽流感疫情之下，我们也关注这个疫情的发展，而且密切注意，还派员访查了传统市场跟量贩超市，了解禽肉类等相关市场相关的一个产品的市况，而且主动跟农委会来联系，如果该会发现有多家业者涉及联合操纵价格的违法事证，就会移请本会来查处。我们也发函相关禽肉工会团体及相关业者，呼吁业者切勿有联合调涨或不当哄抬价格之行为。本会仍将持续关注禽肉类商品价格之变化，讨发现事业有违反公平交易法之具体事证者，定依法严处。在强化个案的经济分析方面，本会近年陆续强力案件经济分析的量能已经逐渐地呈现出成效，仍将持续精进本会竞争法经济分析之运用能力。在重要业务报告的2项，我们在105年有增修重要法规命令，包括订定不适用公平交易法第11条第1项是结合类型的公告，还有修正的检举违法行为奖金发放办法，还有事业结合应向公平交易委员会提出申报之销售金额标准及计算方法。在重要的这个业务的第3项是我们的宣导公平交易理念。105年本会自行举办的，还有相关县市协办及参与民间团体业界进行的法规说明会，总共有92场次。另外，为了倡议反托拉斯基金理念与检举奖金制度，分别针对金融业、电子业及其他产业上市柜公司办理反托拉斯宣导活动。宣导管道方面，我们也更续运作新媒体宣导小组，推动本会运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政策沟通及宣导相关工作，并持续发行电子报，运用 YouTube、Flickr、SlideShare 等新媒体类工具及各类行动载具，扩散分享相关的资讯。
重要的业务的第四项，我们要报告的是有关于国际交流合作的推展。2015年，本会持续参与 OECD、APEC、ICN 等国际组织各项竞争法活动或会议，还有跟新加坡等8国竞争法主管机关的首长或高阶官员举行了12场次的双边会谈，就国际合作与竞争政策最新发展交换意见。此外，本会持续对开发中国家提供竞争法的技术的这个援助。例如，我们有在印尼的雅加达举办的国际反托拉斯区域研讨会，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们邀请了13个国家45位竞争法主管机关的代表或专家参加，协助新兴竞争法主管机关能力的建制。以上是我们的重要业务的报告。接着，我要跟各位报告本会未来施政的5大重点方向。第一个是，本会将加强与其他部会协调合作，使其了解竞争理念，另在个案执法上整合各部会及地方政府的资源与力量，建立执法共识与分工合作的机制。第二个重点的方向是，为了有效侦破违法行为，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增订搜索扣押之调查权限，并完备限制竞争行为查处的相关规范，以强化案件之查处效能。第三个施政的要点方向是，本会将持续关注数位经济相关产业及市场的发展与变化，预先研议可能衍生的竞争议题与解决之道，研拟相关规范，以确保相关市场之自由与公平竞争。第四个施政要点方向是，本会将持续加强对多层次传销报备事业的业务检查，同时运用多元管道，包括网络监控、关注舆情等，积极查处违法行销行为、传销行为，而且会跟检调单位密切合作，遏止违法多层次传销行为。第五个施政要点的方向是，本会将持续与国际上各主要国家的这个竞争法主管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增进执法上的互动与合作，同时积极参与竞争法国际组织会议，强化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共同为维护全球市场竞争秩序而努力。各位委员先进，以上是我就近期的重要业务以及未来的施政要点方向的报告。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为了执行公平交易法跟多人事传销管理法，维护市场之自由与公平为职责。本会当会努力同心协力，在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执法严谨的执法。我个人也会善尽职责，以认真务实的态度，见机履职的魄力，能够落实我们竞争法的执法精神。请各位委员继续给予本会批评与指教。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黄主任委员的报告。现在进行询答，委员质询前哈，我们做一下宣告。每位委员发言时间，本会委员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为本会委员6分钟。上午10点半截止发言登记，如果有临时提案，上午11点半左右进行处理。现在我们先请黄伟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国民会黄主委以及各位长官哈，请主委。主委请。诸位，你好哈，几位麦克风按一下吧。是。几个问题再请问您一下哈，这个您现在担任回到公平会啊，是回娘家了？以前担任过公平会委员吗？你那个时候的主委是谁？
我刚到公平会，当时主委是黄宗乐前主委。哦，真的很久了。然后来汤金泉主委以及吴秀明主委，我在三位主委之下有担任委员的职务。哦，那真的是好天保公额了哈，对公平会来讲。但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请问你，这些年来公平会，您在担任公平会委员，其实你在担任主委哦。过去公平会给人家感觉是好像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哇，公平委员会啊，立案调查，大家就踹了蛋，哈哈，立案调查。现在说啊，要立案调查，哦，又来了，为什么？因为公平会这些年来，你们不管是大案小案，表面上你们看到的这个你们的报告，哇，结案率90%几呢？好、哦，有九啊，九十几啊，九十九，累计结案率99.5%呢，好、哦，很高。可是事实上，社会大众有没有感？好、哦，尤其您刚上任的时候，好、哦，媒体也报道了，说要强调稳定民生物价。好了，你告诉我，你们有什么工具？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措施？有什么雷厉风行的作为可以稳定民生物价？举个例子来讲，昨天这个林全院长说，你们立案调查奶粉，那、啊、你们过去调查奶粉不是调查常常在调查吗？是叫啥邓丽调查嘞？一天照三餐在调查嘞，结果调查的结果怎么样？你可以告诉我们吗？谢谢黄委员，我先做一个回答哈。关于这个民生物价，应该定多少价格？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去判断。对啊，我懂啊。你们公平会就查联合新闻，就查不实广告啊，是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是天保公额，我也是天保公额，听都听腻了，耳朵长茧了。是，但是有没有用？可是问题是，你就讲啊，你自己讲了说要强调民生，要稳定民生物价、啊，那、啊、你要刚讲，你现在要讲说稳定民生物价不是你们要做的，那你要做什么？我跟委员报告哈，从我2月1号上任以来，现在也是才满月不久哈，但是这期间我都在做些什么？我其实是在了解，是在了解我们对很多案件为什么外界我也听过啊，就是说一个感觉，你总是没有查到联合行为啊、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可以，不，你让人知道如何闪避你们查啦，我只要不要同时宣布。只要不要一起聚会吃饭的时候说哦，我们要涨价，被你抓到，事实上被你们抓到也没关系啦。你们前主委那个时候不是这个大言夸夸的讲说大这个不是大言不惭了，是这个很夸口的讲说哦吼、哦，我们找到那个 IPP 哦，这个民间电厂、哦、发电业者好、哦、民间电厂他们联合的行为，连中间有人参与的人都跟我们自首了，哇，那些那个自首人就惨了。为什么？因为到时候你们都查不出来，结果这个判罚金也不成立啊！结果那个被跟你们自首说、啊、承认说有了，我们一起那个，他就变成猪头，你知道吗？不仅在业界、哦、被同业排挤、哦、而且事实上他也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深自后悔，早知道不要承认了，早知道不要检举人家了，我都没事，你看检举人还没事，其实联合行为他变成一个最倒霉的污点证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好了，你以 IPP 过去查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过去奶粉涨价也查过哦。好，姑且我们先暂时不论你们那个荒谬的解释，说什么一岁以下的婴儿奶粉是主食，好，所以我们查这个，好，它有这个市场占有率，所以哦，我们要查它联合涨价。一岁以上的，哎，它奶粉变成副食，我都还没问说你们这几位尊贵的委员、尊敬的委员。哦，这个几岁才断奶？一岁以上奶粉就变成副食，所以他主食不是奶粉了，不是奶粉，所以没有关系。好，姑且不论这个东西，我就说你们以前查的这个奶粉涨价，结果怎么样？跟委员报告有没有让人家我所知道有感的？是我对这个案子其实一开始媒体是不好意思，媒体披露的就是说有19款涨价，那么是讲齐涨，所以我们是立即立案的调查。那么立案调查以后，我自己个人就关注他的一个调查的方式跟程序。对。然后我们说要重蹈覆辙，啊，结果嘞？现在是说，毕竟是几天哈，我们能够目前已经开始这个积极的这个查处的动作是什么呢？其实已经有到这个有涨价的公司去
去亲自到公司去了解状况了，没有喝咖啡，因为我们承办人应该不喝咖啡。我请他们喝咖啡。没有，就是有到公司，还有的会请他就是到会说明。好，那么我们现在也是积极在取得所谓的进口成本以及他现在的一些价格的这个持续性的变化的资料。因为以前的情，因为你担任过好几届公平委员了，好，公平会委员，所以你知道。以前就说啊，我们改标、改配方、改容量、改包装，好、哦，所以我们要涨价。啊，现在就来这一套。我们的做法，你接受得了吗？还是因为你们前阵查不出来、欸，现在只是虚晃一招？就如同刚刚我所讲了，以前大家说，吼、哦，公民会要立案调查，吓得踹了蛋。现在说，哈，公民会要立案，来办，来办，来办。我们会确实来查处，因为这来的动作是从他的那个，如果不是因为成本。不是因为成本而做的涨价动作，其实本身就有一些，他如果又刚好市场占有率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的话，那么这一个涨价就已经是违反了我们的这个竞争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现在就他不用解释了，你讲的实务了啊，讲说过去你们奶粉查的结果是怎样，跟国人告诉我们社会大众一下吧。过去查的情况，你们的处长还有谁？哦，所以忘记了，你赶快。不是过去查的情况是，那我请我们那个自进处的那个处长张处长来做一下。来，你们查过几次奶粉涨价的？来，处长来。那个自往年只要有涨价，在行政院稳定物价小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呢，我们都有立案做调查，是不是涉及到调涨？那由于这个婴儿奶粉啊，婴幼儿奶粉啊，他们的涨价、啊大概婴幼儿奶粉，你们是只查一岁以下的嘛？哈、哦，不止啊、哦，不止啊，婴幼儿奶粉啊，婴儿奶粉跟幼儿奶粉，他们的厂商数大概有20家，每次涨价大概都是两家、啊，大概每次都是两家，以这个一岁以下的婴儿奶粉来讲的话，大概市面上。以前有160几种品牌款项，现在有139种到140种左右。这次涨价的是它其中的这个里面的十款啊，是里面的十款。对，也就是说139分之10两种品牌十款。对，两种品牌十款。哎，啊，婴儿奶粉是139分之10做了调价啊、嗯。那幼儿奶粉的话。那就不止了，幼儿奶粉的种类啊，比婴儿奶粉更多了，更多了，那超过139，不晓得几倍了。嗯啊，那分母就不讲，那分子是9、啊，分子是9，所以加起来是19。对，加起来是19。啊，那就不用调查了。那我们还是要调查，我们还是要调查。他讲他们这个，我还是要走完程序就对了。对对，不是，不只是走完程序，因为我们往年的调查也都非常的有经验。院里面在、他们被调查也被调查的非常有经验。对，他们也了解我们整个社会跟我们公评会还有各部会关系的，所以他知道接下来结果会怎么样嘛？但是结果不一定，结果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委员会也换人啦、啊，然后呢，个案的内容、个案的一个调查的事实的内容，他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不实在的地方。如果有不实在被我们抓到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处理的。对，你要讲，你刚刚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实在。好，为什么？因为第一，委员换人了，好，公平委员会委员换届了，但是我们各位工作同仁是不换届的，没有换届的。好了，你们没有换，你们就行政院说院长说要调查吗？好吧，我们立个案啦，我们就去这个各厂商间好走访一下，访视一下，但是记住不要喝咖啡。好，然后呢，走完了之后，好提报资料。139分之10跟139×n倍分之2，1/9，好、哦，然后呢啊，因为他们并没有联合啊，看起来是没有联合，因为黄委员做个那个回应跟报告，结论都出来了，没有，事实上我这个案子已经要他们就整个的那个婴幼儿奶粉的这个市场整个的一个市场结构以及它的这个经销方式，因为我知道其实在药局那里卖奶粉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已经对这个整个婴幼儿的奶粉的市场将要做比较详细全面性的了解。但是为了争取时效，其实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可以跟各位委员做一个请说报告，就是说如果是成人奶粉，它是有替代性很高的，这种的涨价如果它是个别自己一家公司在涨，
或许我们不认为它有特别的恶性，但是呢，在婴幼儿奶粉就不一样了，婴儿跟幼儿又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就是在探讨这个收集的资料本身，如果说它的这些涨价的产品缺乏它的一个弹性，就是说缺乏它的替代性，那么这时候呢，就它就是对这个品牌，对了对了，这个这项产品，我们就一岁以下婴儿奶粉，对它的替代性最低嘛。这除了母奶之外，其他都没有替代性嘛？那所以说我们所以不是反映成本的涨价就会有问题。我们先问你，简单说，因为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委员，是，我就简单的问你就好了。依据这样的一个讲法，你们就要求他们提报成本资料嘛？那我告诉他可以告诉你说，我只要没有联合行为，我只要没有广告不实，对不对？公平交易，我换我的包装，我换了我的配方，甚至于我的进口的成本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改变啊！甚至国际奶粉价格是往下跌的，反正我就爱涨价嘛。台湾是自由市场的地方嘛，我爱怎么定价，你能影响到我的定价吗？啊，你能够干预？我们在他如果这样回答，你怎么讲？我们在维护市场秩序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就限制竞争行为、不公平竞争行为，我们总共有25条具体可以来查验，厂商是不是有这个事业，是不是有违反市场秩序的行为，所以不只是你就要告诉国人，不只是联合行为，对不对？你就要告诉国人一句话，好，就是说，台湾是自由市场的地方，他爱怎么涨价，好，我们这没办法，只要他没有预谋，没有联合行为，只要他没有这个共谋，甚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他只要是诚实的，他就告诉我说我进口成本是10块，我爱涨了20块，爱涨了30块，这是台湾的。他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有办法吗？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其实除了联合行为哈，那么如果说这些个别涨价，如果他没有广告不实啦，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项目，如果他有涉及，都是要查办的。那如果说他已经有相当市场力，这是我们叫做市场优势地位，已经讲过139个品项嘛，里面的10项嘛，你要市场力。但是它是在整个的婴幼儿奶粉的这个我们有大概没那个报纸也就是说已经有新闻出来，就是说其实这次涨价的厂商，它在这个婴幼儿奶粉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高达30%，这个不是一个，这个是已经我们构成有相当的优势地位，所以在我们的法规里面，其实这部分也是我们未来要查为查处的方向。你们也查过那么多回，而且您在公平会那么久啊，我希望说能够做出一点让国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好不好？不，我是不好啊，好啊，好不好？我已经好了，要下来，你还不好？好，谢谢指教，谢谢。接下来请徐永明委员。谢谢主席，有请主委。主委请。是。主委你好。其实刚才彭伟哲委员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查奶粉查了多少，查出什么成绩来。这是你们公平会昨天3月7号下午5点传给我的传真。一行字。上面说什么？公平交易委员会是说明，本会103年迄今并无处分婴儿及幼儿奶粉业者相关案件，零啊。然后呢，委员问发文给你，你知道我给你的传真字还比较多嘞，这我给你的传真，我还有3行字，希望你提供这些资讯。结果贵委员会贵会一行。刚才我听到你也听到处长出来讲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查，我觉得看下一页啊，104、105、107，每年新闻上面都爱讲奶粉在涨价，婴幼儿奶粉。我想他这边讲都婴幼儿奶粉，我们不要扯到什么成人奶粉去。好，主委这边要知道。小朋友奶粉不是说今天这个比较便宜，我们赶快换，是不能换的。今天不是说这个牌子涨了，我换另外一个牌子啊。这里面有适应的问题啊，尤其是婴儿啊。以前我的经验是怎样？你去药局或买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爸爸妈妈现在先买20罐，
我们给你打折。我说为什么要先买？他说下个月搞不好会涨价。买奶粉好像在买股票一样啊，要一次先买一堆放在那里。你知道，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小朋友的父母，任人予取予求啊。我就说14、15、17每年都有这样的新闻，结果你跟我讲说103年以来没有处分，然后我当然也拿到你们，因为委员们关心，我也拿到你们的这些，说啊有啦，你们去查，去海关那边问进口成本，发现他进口成本也提高啦。诸位，那请问你们有没有去查这些奶粉公司到底是进口商、代理商还是子公司啊？如果他是在台湾设的子公司，你问他所谓进口成本，那不是左手跟右手的问题而已吗？像这两个品牌哦，其实很大，然后他的那个经销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是积极要查，查到资料的地方。那有关于刚才委员提的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处长这里先就可以回应。处长，是，下一页，请问，给委员给委员会的询问一行字就够了吗？是不是可以更说明一点？为什么从103年至今无处分？你知道这个的讯号是什么？就是你们长没问题了，我们公平会不会去处理了。我们公平会帮你交代说啊，没有啊，委员他进口成本提高啊，所以他价格涨的这个幅度比进口成本幅度 还小啊，所以没有那个联合行为啊。是吗？是哦，没有。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在送那颗资料的时候，当然是针对原来的问题做的一个回答，但我们同时是把这次呢，啊，给立法委员其他委员有吗？有传给我其他的吗？有关切的，就是那个相关的资讯啊，相关的资讯不是一并。那处长，我这个不想追究你了，反正你官大学问大，我想问你，是，你有去查吗？查他们到底是跟他们这个公司跟在国外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吗？还是直接看他报的进口成本？他的成本，他不管他怎么讲，我们有海关的资料，是他实际进口的。我知道海关资料也是他报给海关的嘛，难怪海关去调查的吗？我前面讲了，如果他是在台湾设的子公司，他报的成本价格你就信了，是不是？是我们其他机关都已经存在的资料，如果利用这个资料不信，要去信其他的资料吗？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如果是进口商跟他是子公司，请问你对这个进口的成本你会不会想要去问一下，想要了解一下？你的问很简单嘛，就是你跟我讲说啊，委员这都是海关报的啊，这是其他政府机关，我可以不信吗？还有方式，就是因为我们我就是因为你这个态度，所以到103年到现在没有任何处分。然后我前面的新闻每年都在讲涨价，你是在鼓励他们涨价、啊，处长。然后结果，主委你这边还讲说啊，你们希望能增加调查的，说调查的这个什么，搜索调查的这个能力跟工具。有些东西不需要有设调查员，直接用直觉、用常识去理解就知道。你今天去调了这资料来合理化说这些奶粉公司涨价是没有问题的。这我跟你讲，你如果是这样公平会在，明年会不会有这个新闻？会，后年会不会有？我做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立案的这个查这一次的那个奶粉涨价案哦，我就是一定会确实来进行我们的查处，而且就像我刚刚回应的，我们这一次会就目前婴幼儿奶粉的。这个二十家哈，不要这边讲的是二十家，可能不止哈的一个它的市场结构，包括它往下经销的方式，那公司本身的性质，我们现在也真的是在不，现在我知道，主委，我希望你好好查了，是、哦，我真的是学了主委，你不要只是交给下面这些处长去处理，他会跟你报的一样，因为他每年都在做同样的动作，菜价也一样，奶粉也一样，我们现在在讲国道客运局长。哦，都讲一例一休，那请问有去查吗？你们不是说你们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人为操作是不是？今年年初就成立了？是，我们这个福经处是不是
处长来，他的查查非常谨慎，而且非常积极。我请那个处长来跟您做个报告。您不是成立了一个启动防治人为操纵物价专案小组？是的，那在那国道客运涨价这个是有查吗？而且他传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啊。是，我跟委员报告啊，国道客运基本上啊，国道客运的调涨价，它基本上依公路法，它是要报给公路交通部主管机关来核定，它才可以涨价。那我们知道，它从去年十二月底想在新历年后它就想涨哦，有这部分。那其实我们就在密切注意，我们也跟交通部在联系。那因此呢，在整个那这一次他说三月一号他要确定涨或三月初的涨，那我们在二。交通部答应了，你们就不查了。基本上它是有产业主管机关，因为它是比较特殊行业，产业主管机关做核定。可是我们公平的介入是说，他在报给交通部的之前，他有没有做联合行为，讲说涨同样的路，同样路线？他有没有联合行为？你看他是不是一次全部八家一起涨？一起涨，可是要看交通部眼睛瞎了。我们公平委说没问题，交通部有讲。就刚才前面的处长讲说啊，海关报的资料是这样啊，我能怎样？是的，所以我们二月二十号就发文，请八家的业者整个把他所有的公平会是独立机关呐、啊，你们主委跟委员是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的，不要把责任都推给其他部会啊。请问主委，是，你这个防治人为操纵物价专案小组到底开了多少次会啊？有把这个事情拿进来看吗？本会是负105次的。从成立这个防治人为操纵物价小组开会已经有105次，那每次的查物价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全部出动这个相关的人力去指引。所以我一直说，嗨，其实每年就是这样，台风来以后，菜价、小朋友的婴幼儿奶粉、客运，好，等一下，当然你们好像等一下有一个东西说啊，去年处分最多的，我们等一下再问到底有没有好好做这些事情。是每年都在发生的，公平会给人家印象就是每年这些事情发生以后，公平会才跳出来说哦有有有，然后电视拍我们人到这个市场去，那结果有没有结果？没有。我再来好，我要跟那个徐委员真的是这个很诚恳的做一个报告是，我看到这个国道客运起涨以后，你也非常的关切哈。其实我们早就立案了，早就立案了。委员会开议第一天我就跟你讲这个事嘛，是早就立案了。然后现在是，如果是交通部核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跨部会的协调合作，因为这所有的票价都是交通部，包括涨的时间都是我不是在推哈，我是我们非常需要的跨部会的协调合作，这是我未来积极要去进行的事情，因为同一件事情应该可以由。有相关的部会一起来做出一个对，不要有这种起涨的状况。主委在你的报告里面你也讲了，好，希望未来能增加搜索扣押之调查权限。是，那我前面讲一些事情，其实你不需要有这些权限，你都可以做。如果你真的好好的，不是说啊，其他部会报来资料，我就是这样，你能拿我怎样？这种态度，否则我们真的就算我们立法院给你搜索和扣押之调查权限。你真的能好好做吗？而且，所以你在上面提你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要增加调查员吗？还是你们要设一个调查处吗？并没有。这个是要我们如果真的需要去做搜索扣押的时候，是要先从拿到那个法院的那个可以去搜索的那个。你们想要像监察院这样的设置吗？不是。应该是就像金管，我们现在国内像那个金管会的也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搜索扣押权，然后也是需要去搜索扣押的时候，大概会请法院就是有。我是觉得以后啊，如果类似这样，你可以讲更清楚一点，否则其实立法院以前讨论过啊，其实并委员并不支持，所以现在才没有嘛。最后一个问题是好，这个是去年最大一个动作哈，年底的时候凯擘全球跟家训罚了。总共罚了1亿2600多万，那时候大家觉得啊，公平好像有牙齿了。我想请问，第一个钱交了吗？第二个他们有改正吗？他们现在我们要他在45天内，好，那个要改正，所以我们已经在他们45天内已经有把他们改正的状况已经送到公平会。我们现在所以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改正，改正的情况如何？你们现在还不知道。我想进行的情况，我们请处长来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因为他们改正资料已经送过来，我们现在正在做。你们接受吗？
现在情况是，他资料已经一线送过来以后，那现在因为我们因为送过来资料，因为里面写的东西，有一些疑虑，所以我们还在跟他确认他的意思。所以你们还没有接到改正，你们不一定很满意就对了。还有跟相关人还要再做一个确认，因为如那如果不满意，我们就会再主动立案，然后下一步进行的一个处分。对，主委，因为这个事情现在也引起很多争议了。好，虽然很多人说啊，这权限在 NCC， 可是就是因为你们做的这些动作，才会让业界觉得说，哎、欸，还有机会，公平会这边还是能动起来。好，所以主委这边期待你希望能扩张公平会的能力，可是大家也希望你们做出成绩来。很简单讲啦，奶粉、菜价、客运，这个是跟民众民生息息相关的。是，公平会硬起来。不要这边一直交代一页一个字，不是一页哦，对不起，我本来期待有一页一行字。很抱歉，好，我刚才本来想算一下有没有超过20个字。如果是这样的态度来回应奶粉婴幼儿奶粉涨价的事情，那你觉得人民对你们可以有多少的期待？好不好？不要这么官僚，可以吗？哎、欸，我一直不是一个。以官僚作风的人，哎、欸，这个所以我也会带动这样的气氛，这边带新的气象，好、哦，这样子争取我们对你更多的支持，好不好？谢谢谢谢。那罚款部分啊、哦，已经分期付款在缴纳中，这样子，谢谢。我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主委。主委请。萧委员好。哎、欸，主委好。我想今天很多同仁都在关心这个奶粉涨价的问题哦。那可能对于一般民众家里没有小孩的人来讲哦，感受不大。但是啊，这个就偏偏家里有小孩的这些年轻的父母亲、哦、尤其是婴幼儿他的父母亲、哦、现在正处于人生最具挑战的阶段、哦、而且为了养小孩他付出的各种的这个托育啦各种的成本是非常的辛苦、哦、所以这个奶粉的涨价、哦、对于这些父母亲来讲、哦、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哦、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哦、那如果说这个奶粉的涨价、哦、涉及到这个联合的行为哦，这个更应该要严查。那过去几年来好几波的这个涨价行为哦，可能大家关切的是说，为什么过去的并没有做这个很显著的在我们整个政府调查之后，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后续持续的在产生的这一波一波的涨价行为。那这个不禁让人民会关心哦，对于政府公权力的行使哦，是否是确实有做到保护消费者的这个原则？那尤其是这个有业者哦提到说，涨价涉及到乳源成本的增加，可是我们看像刚好昨天的这个。农经网国际农经网啊，针对纽西兰的乳品的价格的下跌，其实有相当显著的一个说明跟报道。哦，那昨天刚好它下跌的价格到12.4%，是这四个半月以来的新低。显然这几个月的价格都不是很好，也不是很高。那怎么会偏偏台湾逆势操作，在国际乳品原物料的价格下跌的同时，我们的奶粉价格，我们的市售价格却是提高的，这个显然有非常大的落差。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做妥善的处置的话，我们的消费者对政府还会有信心吗？跟萧委员来做一个回应跟报告。其实我们在关注啊，这样涨价是不是符合这个所谓我们的竞争法、公平交易法？那我们要比较细致的去看哈。我们现在在收集的是，譬如它现在涨价的品项，它的譬如婴幼儿奶粉，我们就会去查一下婴幼儿奶粉的一个进口价格的一个走势，它的一个波动状况，甚至就是才最近的状况，然后跟它之前的状况的一个比较。那么一个数据，当然它已经。总和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整个的平均，
那这里面的细项，我们是要去针对这次涨价的那个项目的细项价格，譬如说婴幼儿奶粉的价格，这个当然是要做很细致的比对，没有人质疑这个部分。是，大家质疑的是说，为什么一波一波的涨价哦，不断的在发生哦，而且是很多家不同家的这个业者哦，同时在涨价。哦，影响到这个家长哦，现在在选购奶粉的时候，他本身的这个负担跟包袱啊，是、哦、像如果说大家现在知道说哦，哪一年是哪几个品牌涨，然后今年换另外的品牌涨，现在已经有我们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呐、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要查处的方向。那你们有没有一个整个专案查处的时程规划呢？你们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们需要多少时间？现在是我们不会过半年才给消费者一个交代吧？不会超过半年，比较要细致的。大概多少时间？如果说我们要查经销体系的部分，我们可能会另案晚一点。但是关于这一波所谓的涨价的这个部分的成本跟它的一个价格的反应，它是不是市场力过高，它的转嫁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其实就已经可以在公平交易法里面来论处了。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是很以很快的速度要来进行，但是很快的速度是什么？是有没有一个时程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呢？一般他们这个还要函请一些相关的资料回来会里再做综合的讨论，因为这么 你现在不愿意告诉我们你到底会积极到什么程度，会快速到什么程度吗？我们也不知道啊，你公民会是不是有很多别的案子，到时候这个摆到最后一个哦。当然，这个每一个案子都很重要啦，只是我们消费者要了解、啊。其实我们知道，我们面对陈情、面对民众在反映价格的时候，我们政府要有个讲法、啊。我认知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让这个业者觉得涨价有理的话，可能陆续在两三个月还有别的会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急迫性。我们一定会尽速的来查处。谢谢。在我们除了这波涨价、哦、跟过去是否有相关违法的嫌疑、哦、的调查过程当中、哦、我们可能要追溯几年前、哦、我们跟纽西兰签了 FTA、哦、自由贸易协定、哦嗯、那每一个自由贸易的协定，其实政府都投入了庞大的人力跟资源、哦、来跟对方做谈判、嗯、那理论上、哦、FTA 的签订是让它进出口的这个关税、哦、是能够、大幅的减免、哦、那这个减免的关税的额度到底有没有反映在、大家这个奶品进、口的成本上面，我觉得这个也要一并的了解、哦、那政府既然投入这么大的一个资源、来谈这个 FTA， 甚至别的国家搞不好代价还更高、也不一定。那跟纽西兰虽然是一个相对单纯的一个 FTA、哦、但是毕竟也是耗尽很多我们公共的资源在里面，所以我们公共资源、其实总是期待说消费者消费端、在购物或者是跟这个国家的相关的进口产品、它的成本也能够反映在我们整个 FTA 所签署的成效上面。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应该要一并、纳入、是不是稍微这个价格跟这个建议我真是觉得非常的正确。好，那接下来当然刚也有委员提到、很多的这个产业包括餐饮啦、运输啦、娱乐等等、都宣称因为劳基法的修正、影响它的成本，所以它要涨价、那这个人事成本增加的这个涨价行为，我们可以理解人事成本是它整体的成本的一环，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涨价行为是合理的、但也跟这个每个行业不一样，每个公司大小也都不一样。那就你们所长期有的这个防治、人为物价操作小组、它也是在劳基法修正以前就存在的、那我想要了解的就是这些各行各业宣称因为劳基法修正而不得不涨价的这些，它的涨价行为到底是不是合理的成本增加的涨价、还是一个借故、媒体炒作啦，因为社会氛围啦、因为有人炒作这个话题呀、故意借故以一例一休作为一个、把这个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一个、
其实如果真的是成本那就算了、哦、他故意以非成本的理由来做涨价，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那基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哦、更希望你们能够积极的针对这些、外面风声风雨的、哦、这个、宣称、不得不涨价的这些行业、哦、来了解他到底、啊、他的涨价行为是不是合理的人事成本的、这个结构、哦、所造成的涨价。是的，我们本会就是持续有在关注现在整个的一个消费端的那个价格的一个变化。那因为刚好又有体制上的一个一地一修制度，所以是不是反映这个而涨价的，这个是因素有比较复杂一点。但是如果说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产业在涨价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因为叫做反托拉斯嘛，哈，你已经很大了，你还做这个行为。让别人无法有一个替代性的选择，那这就是我们主动会关切而且会立案调查的。好，那接下来哈，几年前在台湾有许多的民众哦，被这个多层次传销哦，这个所谓纯资本运作在中国南宁市的诈骗集团哦，其实台湾有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哦、包括在我们花莲哦，甚至一些本来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的一些弱势的民众哦，纷纷受骗上当。那几年前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我虽然这几个月没有再听到哦，但是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加强哦，针对多层次传销，尤其是所谓资本运作的这个这个相关的宣导哦，来避免更多的民众上当。因为就我的了解，之前是真的成千上万人数哦，这个所有飞往这个南宁的直飞，从花莲直飞包机也好，或者是从其他地方，其实里面大概有六七成的民众都是要去受骗，要去上当的，带着钱哦，要去投入这个所谓的老鼠会，我们民间俗称的老鼠会，但是就是多层次传销的一个诈骗的行为当中哦，假投资为名义哦，但是啊真。实际上是吸金，那因为它属于一个跨国的、尤其是在这个中国，我们在司法互助上面，或者是在目前的官方往来上面，确实是有一点这个落差差距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更加以关心哦，从源头开始哦，来多做相关的宣导哦，多做相关的说明。那我看你们的资料哦，在这几年在华东地区的这个说明会，其实次数并不是特别多哦。那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已经确实获得缓解哦，那是还好，但是我们还是避免哦未来持续再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关于这个宣导哈，会继续办理哦。那也有提供给委员知道说，其实全省我们大概是北中南花东是第一波，那再来就是会往中南部那个所谓嘉义、南投等等。那我想我们在人力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分配至每年都会到各县市继续进行多层次传销的法令的宣导，让民众明确了解到什么叫做合法的多层次传销事业，碰到这个类型不是这个类型就能够有所警惕跟提高警觉。好，那我希望特别针对前两年这个南宁的整个诈骗吸金的这个事件避免它再次发生的相关的这个针对性的宣导能够更为加强，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肖委员。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好，主席，各位请黄主委。主委请。主委好。你好啊，刚才那个肖美琴委员谈的那个针对族群方面，弱势族群被骗的还是很多哈，像那个大陆广西南宁考察，这个很多原住民啊都受邀前往考察嘛，落地接待啊，一个人投资几万块钱啊，那是因为他好朋友介绍他去，后来呢很多人都被骗了啊，像我们原住民是弱势族群啊，碰到这个什么多层次传销啊，说到广西投资会赚大钱呢、像类似这样哈，这个上一次广西南宁那个，你们现在处理怎么样？好像又死灰复燃了。我请那个我们胡处长来跟孔委员做一下报告。广西南宁。
是跟委员报告。那个广西南宁这样的一个基金的行为，其实是不是多层传销管理法里面要管的多层传销事业？那但是呢，碰到这一类的那个情资案件，我们都把这些相关的讯息都 pass 给这个检调机关，由他们去做后续的侦办。那我们也去追踪那检调机关后续侦办的结果，比如说有些案件在法院上面事实上都已经有宣判啊，判某些线头他违反了那个相关的一些刑事法规或者银行法规等等。那这些东西呢，因为它涉及的民众权益非常的巨大，那他也用这个传销的形式来做，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自己会里面在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呢，都会把这个拿出来当做一个案例。提醒民众去注意这样的行为，千万不要去参加，以免对这个受到一些损害。那个已经结案了吗？还是这个案子其实是在检调机关里面，他们还是持续在收集一些相关的事证之中，还有陆续的案件出来，所以他们在积极的侦办。我听说好像又有现在又开始对，如果说有资料过去的话，他们又开始了。对，因为有的是之后再继续侦办，那有的是因为判决之后呢有一审二审的关系，所以他们后续有一些人在上诉啊，做一些后续的法律上面一些攻防的一些行为。好，那诸位，你说你们那个要准备到各中南部去先导哈，那个像这个花莲这个多层次传销管理法哈，是这样，这个部分真的要多加强啦，特别是乡下地区比较好受骗了，啊，像那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多加强先导？是，我们会在这个各个县市，我们会把时程多排一下，花东一定会去。然后比较甚至就是说比较外界联系比较少的地方，我们会像原住民的这个区域，比如说比较里面的，我们也是会设法看一下怎么样去做一个宣导会。就是有曾经有这个出现类似状况的，像花莲县的几个乡镇啊，那个可能要特别去加强啦。我们也透过一些那个设计啊，那个宣传的那个品啊，让大家更一目了然的一个宣导的资料，然后会让大家明确知道说，如果不是合法的形式，就要提高警觉。因为像广西南宁案的话，它不是多层次传销事业，所以它是假冒投资，然后真的是其实是在诈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怕一般民众会误以为它是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能够宣导的是说，好的、正常的、合法的事业应该怎么样。那如果看到不是那个类型，一定要提高警觉，有所警惕，这样子的宣导方向。谢谢。所以在你任内哈，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讨论过哈，就是你任内你说你要希望能够强化你们那个搜索扣押的调查前线。那这个部分你们要完成相关的法令的这个完备嘛，那有什么相关的法令先完备，然后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搜索扣押的调查前线。我们这个会再提条文的那个修法，然后我们法务处这里可以我们的要进行的程序说明一下嘛，那个你们程序上是要怎么样，是不是跟什么样的搜索扣押调查权？因为这个要有这个搜索扣押调查权，一定要立法，好，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修法，要修这个公平交易法。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条文这个修法的这个条文，如果经过这个我们本会文会议通过的话，会照程序送到行政院，再送到这个立法院来审议，这样就是整个的程序。公平交易法修法吗？对 对, 對，只有这个吗？一定要修法。那你要怎么搜索扣押？你要跟检察官申请搜索还是怎么样？对对对，那个是不是只有公平交易法修就可以了？对。修公平交易法就可以了，哦，就可以了，对是吧？对对对，哦，那诸位，你希望强化这方面是？他我们这个送到委员会要先通过，我们之前会先跟法务部还有相关的检调的那个部会的一个协调，然后才会把这个可行的一个条文的方式呈现到院，然后再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当然，我是希望你那个搜索扣押这方面你要强化吧。是啊，能够防范于未然呐，是啊，能够我们这个公民教育会能够成为一个主动的有一个调查的一个机关嘛，是啊，要不然的话只有调查前事后也发挥不出它的效能嘛。对，搜直接第一时间取得那个相关的关键证物，对相关的物证人证哦，能够第一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个，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打击力啊。是啊，是，这个不是只有说去事后才去防范，是啊，去弥补。好，谢谢。另外，所以那个国际化的方面，你们还是要未来的重点是哪一方面？国际化的竞争法这一方面。
金准法的个国际交流部分哈，我们从成立以来哦，其实重要的几个国际上的国际组织竞争法主管机关相关的这个国际组织，像 OPEC 里面。APEC 里面的一个会议，还有就是 OECD 有个竞争委员会。我们其实每年它以前是三次，现在是两次，我们每次都会派员参加。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叫 ICN， 是国际竞争网络，这是几个国际会议啊。我们会持续去参与，而且现在还提出一些对于这个法规啊，比较晚进入的一些国家，像印尼啊等等，我们会提供一些技术协助。让他们也能够因为现在的竞争法已经是全球性的了现在企业是跨国的，所以到每一个国家去有什么样的商业行为都会涉及，每个国家都有这一套法规在，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积极也要跟国际接轨现在的一个氛围，然后我们国内企提供给我们国内事业一个了解，说我们怎么样遵法，然后不会这个影响到他们的一个企业的经营，所以我们会积极参与，然后把从国外的一个经验或是他们的案例，然后也在我们的执行上面也会配合有一个国际接轨的一个进行的情况，所以就积极参与国际会议，还有做一些技术上的合作跟协调。那现在未来那个国际参与国际会议你们现在目前最主要推动是哪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这个在各种国际会议里面哈想要达成的应该是跟各国主要的这个就是说主要竞争法的一个执行的国家，那我们在跟他们的会议进行当中，还有一些工作组我们都会有个议题，像这一次要谈卡特尔，或这次要谈并购，还有最近常常在国际会议里面谈的就是像共享经济这样子的竞争议题，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有国际接轨的情况，而且收集一些国外的精神就执行这些相关法规的精神，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平交易法执行上更有帮助，然后也可以接轨到国际也不会说我们的企业在国外我们没有办法给他这方面的支持。希望说能够参考国际的法规，然后能够把我们公平交易法能够更加的充实嘛，是然后参考学习外国的经验，是然后怎么样我们也可以对国际社会善尽一份力量嘛，是所以我觉得公民教育委员会在前任主委任内哈，在国际化的努力，我觉得是有看到成效了，是的那我是希望我们主委会根据来进行继续来努力推动像那个 OECD 什么这一方面的合作。是的，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什么搜索扣押这方面能够更强化那还有那个在媒体的并购像那个我们上次也谈到，那这个部分呢你们可能在媒体有线电视这方面呢那个肯定要主委任内可能要有一个公平超然的一个看法啦。我们的精神哦，在处理有线电视这个结合案的话，是要促进数位汇流的一个发展，然后强化这个相关的竞争，就促进竞争，然后我们的精神是为了促进数位汇流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这至于针对多媒体并购那个市场的占有率这一方面是那可能。可能你也要稍微了解嘛，那现在大家可能还不是只有针对市场的垄断或什么，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党派立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这个部分你要超脱那针对从市场的角度能够促进一个公平媒体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啦谢谢勉力，我们立刻是依法依职权来执行我们的相关的法案。好，谢谢，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请高志鹏招委。主席是不是有请诸位？高委好。对啊，对，您2月1号上任的时候有表示说会
更深入的去体验各产业不同的产业特性哈，尤其有特别提到会体察民众对民生物价稳定这样的一个民情需求哈，持续来观察市场竞争状况哈，主动查积极主动查处相有关业者是否有涉及联合垄断等相关的违反公平交易法的这些规定哈，但是这个我看那个奶粉业者很不给面子哈。那个吴士瑜，你有做这样的宣示哈？我们听到，我们看，大概刚刚很多委员都关心的，就是大概又有19种的牛奶要涨价哈。那其实我们知道，104年的9月的时候，公平会那时候就已经有过一次奶粉同步大幅上涨的情况。那时候公平会也承诺说要立案调查，但是最后说查无不法。结果也没有做任何的处分，那现在过了一年多啊，又来了哈。那有人说他们是不是轮流涨啊？那每次两三家哈，那尽量不引起注意哈。因为大家觉得离谱的是，根据啊这个全球乳制品哈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个全脂奶粉哈，虽然2016年稍微上涨啊，它其实在2017年哈这以来哈，都是呈现平稳甚至是下滑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哈，所以当然会让人觉得说啊，这个涨价是不是合理哈？那也就是说啊，然后退回来说，即便哈这个原料是上涨，但是你如果同时调涨啊，还是有可能是联合行为嘛哈？那更何况说。现在是原料是下涨，而且另外一个台币其实是持续升值的状况。台币持续升值的话，理论上就是从国外进口的这些消费品，它应该是成本是下降的，诸位没有错嘛哈。所以国际的原料价格也在下降，也在下跌，台币又升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可以啊，不管说什么包以前像包装啦、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处方啦哈，配方啦哈，然后啊，这个其实应该都是公民会应该是主动要去是了解调查的部分嘛哈，是那当然看到诸位当然有说这个会持续的关心注意哈，但是也希望啊，我们说新冠三把火啊也好，又或者是这些业者是不是无视于您在就任的时候所做的这样一个宣示哈？其实都是对空权的一种挑战哈。我们希望主委是不是可以大刀阔斧的哈，拿出一定的作为，好不好？不要辜负这个大家对公平会的期待。好，如果我觉得刚才主委提到哈，希望能够修法，能够有这个搜索权啊跟扣押权哈，这个我们当然觉得应该支持。但是相对的，就是说，公平会是不是也应该在最近做出一点成绩？好，尤其奶粉这样的一个民生物资，它牵涉到在台湾现在已经少子化哈，如果连奶粉这个事情都搞不定，越多人越不敢生小孩哈，其实都已经造成国安的危机了哈。那我这边还要特别提醒主委是，现在因为一例一休哈，在去年的12月6号来正式三读通过，就很多各。这个厂商的一个涨价潮哈，都以这个就说是因为一例休所以一定是要涨价的。一例休变成是一个涨价的一个好的借口了哈。包括胡须章星巴克、85°C这些业者都全部涨价就连客运业者，刚才有委员提到也说要大幅调整这个票价哈。那可以说也造成民间很多就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在一例一休上面了，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副教授辛炳龙日前有接受那个经济部的委托他所做的一个研究去计算了相关涨价行业的人事成本因为一例一休所受到影响调查结果显示其实人事成本顶多增加5%而已所以那个超过5%的涨价你要都把它推到一例一休上面是不合理，是有点瞎这个一例一休来
行啊，这个啊涨价哈啊的这个的一个理由跟借口了哈、啊。那就这个部分啊，因为它有些是同业别的厂商同时涨价啊，那当然就有联合行为的这样的疑虑。那就这个部分，主委是不是因为我们当然根据失调哈，那要查处哈，这个是不是联合行为？成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因素，好，所以那就这些部分，公平是不是有掌握？然后是不是怎么样来破解啊？这样子以一例一休为啊掩饰哈，然后来做的一些联合行为。嘿，哎、欸，是谢谢高委员至少哈，这次这个我们在进行已经在调查中的这个奶粉涨价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提出因为一例一休了哈。那但是呢，他涨价的理由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啊。如果说他讲到乳源成本，所以我们这个是他的进口价格，这个乳源成本我们一定是要探究的。还有这个配方提升了啊，这配方提升我们可能要函请卫福部来认定哈。那么这个从他所说的这次涨价的理由，这我们是必须去查证的，所以我们一定会要有清楚的查证的资料出来，才能够依法来惩处。好，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审慎要去做的事情，我们会紧速办理。对了，我都就是奶粉，是前面问的，我后面问的这些包括啊，比如说那个 Starbucks 啊，那个85°C 都是咖啡啊。那他现在都说用一例一休的理由要来涨价，那这个，那我刚才也讲过啊，就是说很多人事成本，如果经过这个新教授的研究的话，他可能最多啊，就即便是服务业啊，是人力密集服务业，可能都没有，都只是最多是增加5%而已的哈、啊。但是他调涨的价格都一次都到10%、20%，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加强查查？就是不要让一例一休变成是他们联合涨价、联合行为的合理化的一个手段。这个任务哈、哦，这个任务对公平会来讲会超出的一个有负担。但是我这个回应是这样哈、哦，因为如果是个别事业，他现在去调涨，他去调涨，除非你不喝 Starbucks 咖啡会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或是 Starbucks 是独占者，那他的这个涨价的幅度或是有没有浮出成本，我们才会去进一步去了解。现在在譬如说 Starbucks， 我们认为它可以替代的咖啡 的来源的那个店，其实并不是无可替代、啊。然后它现在的涨价是它自己算出来要涨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接受检验，就是说它的顾客会不会跑掉10%等等、哦、我们这个是它事业要面对的，所以跟一例一休之下这些。有没有他们只是反映了人事成本而涨价，涨价幅度是否适当？那应该没有办法来了解。如果是同业别有同业别同时涨价，你比如说 Starbucks 跟85°C 同时宣布涨价，这个也可以，也难道不是联合行为吗？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对联合行为的依我们现在公平法第14条的那个论述了哈，我们要看那个时间给他放多长了。譬如说85°C， 他现在在 Starbucks 涨价以后一个月涨，要不要去探究他们有没有联合涨价、联合涨价的这个动机？我们要不要依合议推定来看一看？这样子，好，合议推定。那这个事情，如果是在譬如说像这样属于同一个市场层次的，如果 Starbucks， 我们认为他跟那个85°C 或是……啊，主要我只是希望说就那我们也不一定就个案，就是说，如果再来有同业别啊的这个厂商同时涨价啊，有联合行为的疑虑的时候，那他用的理由是一例一休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就一例一休所造成到底对整个成本啊是不是有被高估，会被拿来当挡箭牌，这个部分要请你想来注意来。是，我们会注意不要搭这个一例一休的便车，然后在这个时机。去任意涨价，其实是影响这个整体物价的稳定哈，所以这个我们会注意。谢谢。好，那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你要提这个公平交易法的一个修正案哈。那我看刚才几个立委其实都没有反对了哈。那我想我比较担心的反而是法务部的一个态度了哈。是。那当然还是期许说，
我们也觉得又要马儿好哈，也不能说要马儿不吃草啊，也希望你们有一定的武器的时候啊，是不是赶快加强跟法务部的沟通哈？我想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要问一个哈，这个你也提到您上任的时候提媒体采访时候提到说，我们有五大政策了哈，其中有一个新经济时代竞争政策因应及执法原则的研议哈。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上礼拜也问过国发会的陈主委哈。那因为整个科技的发展跟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趋势，很多新兴的商业模式哈，是那也衍生了相关的经济跟法律问题哈，所以使得这个竞争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哈。那我们提到一个比如说Uber 哈 ，Uber 其实这个公民会哈，前主委哈，他大概提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破坏式创新哈，未必完全是负面效应，这个部分有争议，政策上先暂时不处理，暂时让产业继续发展。那我要问黄主委的是，您跟这个吴前主委的政策，你的态度是一样的吗？简单讲，他如果以这个来，以这个，他就认为 Uber 公民会先不处理了，那王主委是，那您的态度呢？您跟他一样吗？现在以共享经济啊，也是世界上这个全球的那个风潮啦，可能会无法挡，可能会无法挡。那至于说在 Uber 的这个形态，其实明显的在全球啊。有支持有反对，因为他就是借由这种搭这个所谓原先说是共享经济，利用这个数位化的工具来进行他的这个事业。那他是载客服务，在我们台湾用资讯服务，这个是前提上我们已经在那个阶段竞争法这一部分处罚他的是不实广告，是不实广告。提到这个是共享，你可能会说Uber 交通部也已经做了什么纳管纳法纳保哈，那纳税这个处分的了哈。只是我们看到美国、德国来做例子啊，竞争法的相关主管机关其实都有很大的管理权限的哈。所以其实主委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事业主管机关的辅助单位而已了哈。像 Uber 其实公平会以前用广告不实有开罚过啊。那有你如果。相对于经济部，相对于交通部，你们之前已经先开发过了哈。是。那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共享经济平台哈，像有一个 Airbnb， 是。像这个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非法的日租套房哈？它是不是造成的其他合法的这个民宿跟旅馆业者哈的一个不当的竞争？是。这些如果公平会能够先表达一定的意见。其实反而是凸显公民会作为独立机关，而且是您上来时候讲的说什么加强部会间的协调而已了。但是如果你看美国、德国，他们有时候其实这些竞争法的主管机关，他是都有相当的权限，甚至走在其他部会的一个政策的前面。那我也不说今天就一定要您就 Uber 或者就这个 Airbnb 哈表态，但是期许说这个。在很多的这些行业上面哈，那尤其在公平会要争取这个搜索跟扣押的权利，在这都希望凸显自己独立机关的话，很多公平会的态度其实是可以走在部会的前面，而不是只是把自己当成事业主管机关的一个辅助单位而已。我们在期许了在我们嘿经济分析这里哈，他会成立一个对于数位经济之下我们的规范的一个研拟啊，我想就是趁着还没有产生。Uber 之后的再一个出现之前，就是当初没有处理，结果现在有那么多人实际是从事的，他当然也站出来跟你抗争啊！如果早一点处理，没有那么多人赖以为生，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了。所以才会觉得说不管Uber 是以前的例子，现在刚兴起的这个 Airbnb 其实搞不好公民会都可以有更积极、更主动，走在部会前面的态度了，是这样的期许。诸位，好不好？是的，我们会高度关注，而且积极来研拟相关的规范。哎，谢谢。好，谢谢。
好，我们等一下在陈明文委员发言之后、休息五分钟、那下一位请苏正清委员。好，谢谢主席。主席，麻烦一下我们主委。苏委员好。哎，主委你好。主委上任到现在，我相信应该心中也有蛮多的感触啦哈。我不知道你在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是觉得像如鱼得水，可以发挥到你的所学所长，可以尽心尽力的去做，还是力有未逮，觉得好像都这个行政机器你都偷不动的感觉？你的感慨，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还是没有看法，我好像还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个。所以有在做就对了哈。嘿嘿嘿，好，有在做后来，高通案，主委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平会成立高通案到现在多久了？在调查高通的案件。2014年的时候开始啊，现在几年？现在2016年初。时间这样久吗？还是短？是3个月？是6个月？是1年？还是2年？以我对公平会在处理重大案件的这个了解，其实花2年，花会2年、3年也不算久。花2年是会要的，会要的。所以你现在是在替你自己在恭维？没有，就是一个案件成立已经到达现在调查了2年多，快3年的。你刚才讲104，现在107，现在虽然107的年头，好，2年了，你觉得应当的，好，那你现在应当的啦，哈，没关系，我接受。但是我要问一下诸位，你认为说应当的，那现在已经进度到所谓的前期、中期、后期要结案了吗？还是一句能在调查中？比较不会只是一句哈，那但是真正那个进行到什么样的层次哈？那主委你知道吗？高通他现在前三大的贸易国是中国、南韩跟台湾。中国跟南韩他们早已经寄出了罚则，也已经处罚了，而且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目。但是我们看我们台湾的公平会到现在，你现在还在跟我讲说我们调查了，已经从104到现在2年多了，你还跟我说这个是应当的，时间上是应该允许的。那我就很简单的问你一句，是你觉得到现在你觉得还有多久的时间可以完成高通的调查案？好，先跟要不要我等到我们这一届的任期结束？先跟苏委员做个报告哈，这是我等一下也会请我们处长再补充报告。这个案子因为是跨国的一个反托拉斯案件。对了，那我只是要问你说，人家南韩跟中国都已经处罚完毕了。现在美国也正在对他做调查。我们今天不是刚开始启动嘛？2年多了嘛？我只是要你们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爱官即改，任期结束无啦。这个案子，因为我们关注到的那个层面比中国跟韩国关注的层面广，所以大概在调查的一个范围上面是比较。我真的很不喜欢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啦，我更不喜欢人家去讲这些所谓的官方的语言呐。那这我拢盖好讲啦，一届任期四年啦。咱调查一个案件，你讲这有需要，好，我嘛给你时间。你到今嘛无法度面卡，跟我讲委员，我搁卡拍拼，今麦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你嘛唔敢讲。还是讲委员，阮可能爱过一年的时间，你嘛唔敢讲，无我嘛好你嘛，爱阮即届任期结束无，你嘛唔敢讲，对不对？诸位，我们是对你期待很深呐、啊。我今天讲话大声，不代表我没有礼貌。你当初来拜会我的时候，我也讲过了，在立法院执行，我觉得都很大声。我觉得我是不敢说我是仗义之言，最起码我是觉得我该扮演好我的角色。是，杨玉姐的案件，你讲重大案件，那我们更应该加快脚步啊，对不对？人中国跟南韩拢已经结案了，美国嘛在调查，忙到时阵，人美国若调查完，咱搁底下的，上搁底下发帕拉宴呢，对不对？情何以堪？你们跟像刚才你讲的，好，诸位， hey. 你刚才讲说，你们希望说尽量要有什么搜索跟什么扣押权，是不是？是。好，是。这本是你们的公平交易法。你有没有仔细去看过你们的第四章调查及采取程序的第26条跟第27条？第27条里面，你们可以
主动积极去调查，可以通知当事者、关系人到场陈述意见。然后有一句话，他说：“依前项调查所得可为证据之物，主管机关得扣留之。”不要把自己当成无牙的老虎，也不要把自己变成是关在铁笼子里面的老虎。艺术界先喉完底下听开，我谈到底。是台卡歪的在听，好像是你们没有收手，你们没有扣押权，我整个公平会我就没办法动。然后碰到大的案子，我更加要时间来处理。所以真的有给你们所谓的收手就扣押权，你们就能啊，那就可以变成好像老虎猛虎出闸了以后，变成可以加上一双翅膀，如虎添翼吗？我这个部分哈，我们研拟好条文，如果需要送到这边来讨论，我会。检具相关的，所以现在不是说，当然如果可以给你们所谓的搜索及调查权，当然还要经过立法的程序。我要讲的是，在我们公平交易法里面的第四章的26、27条，你们都可以很主动的积极调查，也可以把一些相关的东西物证都可以去扣留之，主管就要得扣留之。你们不会后来利用你们现在全市，你们刚才你们都把这个所谓的搜索跟扣押权拿来，现在挡在你们前面，作为你们的这个所谓防火墙吗？还是那句话，我是希望你们做红看嘛。好，我知道，对不对？好，那讲到这个来，很多委员都讲，19款的奶粉都涨价了，是，对不对？好，那你们还是怎样？我们一句话，我们有立案调查，对不对？那尽可能，不然我们请他们喝个咖啡。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会跟这个进口业者一定会在近期内。上任的主委也是都在这边都这样讲。报告委员，我们也会尽快的时间，我们已经立案调查了，然后我们会要业者来跟我们说明，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的说明来做相关的调查跟了解，一样。只是您讲的时间长甲短，内容大同小异，结果，顶到甲进马龙一样。对不对？好，你刚才有讲到说奶粉调查，业者一定会讲什么？讲配方升级，原物料上涨，对不对？好，以原物料上涨，你现在看你那个电脑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它的原物料几乎都是下跌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婴儿奶粉、一岁的奶粉，或是成年奶粉，你应该都要启动全面性的调查。然后综合你们以前的资料，我想你已经调查遐久啊，嘛立案遐侪遍啊。手头上有相关的资料，对不？如果是原物料，我讲的较奇怪，暗地海关报税咧报假，除非他们是报关是报假的啦，不然这个原物料的一个上涨或下跌都可以赤裸裸的呈现嘛。这个我们就彻查，对不对？好，又是一句彻查而已啦，哈。好，那你刚才讲到配方升级，你说要问一下所谓什么卫福部嘛？我们会函请他把那个配方有没有升级给我们。我跟你讲啦。你其实也当去了解啦，你买当炸的当问啊啦，不用函请啦，函请是另外一个程序啦。你来当即马第一问讲哦，到底这几间大间的这几间啦、啊，雀巢、惠氏、哦、卡洛塔尼、贝比卡这些婴儿奶粉，你都会当去查，什么叫做配方升级？遐简单，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分装的一些厂商而已啦。我们都是原装进口去分装啦，台湾一闹连连去所谓的配方升级啦。注意，你若不信，你拢听我去了解就好啊。你若当先前置作业，真的有心的话，打个电话去卫福部问一下，他们有没有送什么配方升级的资料来啦？没有这回事啦。我要感觉好笑的是啥？如果是配方升级，实际上迄个装的铁工啊，迄可能升级啦，迄个图案往较水的，迄叫升级哦。不是啦，内容没有升级，他们只不过是扮演的分装，但是这样就可以一句话，我是什么？配方升级就能跟我们的行政单位讲，我就这样能够蒙混的过去，而我们的行政单位就很容易的接受，因为人家是配方升级，所以我就想当然而应该没有问题，所以你们才立案调查到现在完全看不见有任何的大的作为。配方升级也可能是降低成本啊，所以不一定要涨价啊，这个我们会继续来跟他查处。所以我没跟我讲好，你说一定要查处，我们还是在看。對，我本来还想要称赞你们说，难得今天有两台摄影机在这边呢，本来都没的咧。我难得今天来，从早上第一班车8:04高雄开的，没有6:25开的到这边8:04，一百搞家，从来几乎都没有签第一行的，也就是没有签前八名过，就是独独公平会每次签到，我一定可以签前八名。为什么？没人要重视您嘛，
连记者也没啥要来。所以如果你们能做一番大成绩，当然不是为了博媒体版面，你若做一个大成绩宏观，真正有当跟咱人民徛做伙，听到人民的声，会当替人民哦出一口怨气，帮人民审核包，也替政府做事。我跟你讲，媒体主任得跟您报啦，认真啦，无几只猫啊啦，对不？所以主委。真的，我们是这个站在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啊，这个立场，我们一定会依法持续来这个对查处这个不法的行为。本来这个做好是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是 是，我们也跟你期许。但是我一直强调了，这些官方的语言、场面的话语，不是只有你主委在这边讲，前几任的主委到现在每个都这么讲。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个真的有执行力、有魄力的主委，带领着整个我们公平会，让台湾人民有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感觉。啊，就是简单讲，是一个做做红看得到嘛。啊，如果干那底下一党在讲伊，我跟你讲，就像咱都交通案呐、啊，我真的不知道何时可以看到我们公平会对这一个台湾人民举非常重视的一个大案。人家南韩、人家中国都已经判决确定了，罚款了好几百亿。增加国库的收入，咱底下我听到的是2014年调查到现在，我现在还在调查中，那应该还要给我们时间。答案是要多久？所以诸位，是我来看我的任期还有3年，不会这么讲。我三年来跟你拨这张票了，今天啊，阿哪讲过三年才调出来出来，我真的不知道公平会应该要怎么办。金会也没有跟你们三，也给你们了，什么也都给你们权利了。所以不要把自己当成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老虎。谢谢您的鼓励，我会。我们希望看到在你领导的情况之下的公平会是装着翅膀的如虎添翼的一只有牙的老虎，可以替台湾人民做事情。好，谢谢。谢谢苏委员，谢谢。接下来请陈明文委员。好，主席，我们请诸位。诸位请。陈委员好。好，诸位早哈。这个公平会3类7要有送一份105年主动案件调查报告到办公室来嘛哈？嗨。这份报告里面主要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105年度的调查立案的哈。这个有349件，啊，那包括104年办结，总共有360件，所以就是说我们，公平会在结案率有78.1%，啊，所以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是，做得还好，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主要送给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告诉我们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这个啊，这个是我们每年度有一个每个时点，事实上每个月都会去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案率的数据，但有时候会从一个年度看，有时候会从累计的那个结案率来看。那78.1是表示，因为是当年度而已，表示做得不错。就当然你要还包含104年度了哈，未结的部分了哈。那当然就是说我只是要再提醒你哈，我看起来你今年的这个你105年度的这个立案里面，哦，笼笼种种，似乎我们在你这个之前哈，到我们委员会来报告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的有关高通案。在立案里面没有哈，这个案件没有嘛哈？为什么？您说立案里面啊，我们已经立案了。但是你这个立案报告里面没有，为什么会读漏？为什么？好，我们这是主，刚才那个是主动调查案，啊，那立案。高通是一个检举。高通不是主动的吗？他是检举案啊，是检举案。主动立案，高通也是主动的哦，高通也是主动立案的哦，高通应该照理讲不是检举案哦。那我看到的是105年度，我们没有看到您的报告
报告书内容里面你没有提到读高通，没有错吧？没有错吧？你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没有啊，读漏啊，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没有，我那个案件还在进行当中，并没有立案。你那也就是说你还没有立案吗？没有正式立案吗？有104年初就已经正式立案。对吧？啊，你就是104年嘛。那我看起来就是你们这里是没有嘛，没有立案嘛，在调查嘛。现在还没有结案就是了。啊，那有立案吗？确定？有立案。好。那我刚才的数据是105年，所以他如果写立案会写在104年的立案哦，写在104年立案，但是你这里是结案的部分，就是也含104年度了哈，对，没有错吧哈？是好，那现在高通案现在目前的调查情况怎么样？因为中韩都已经做出裁罚，所以目前他们的裁罚的状况，我们正在。看跟我们重叠的部分，以及我们的市政有没有更明确？对。那因为这个涉及是有垂直的那个效应，所以韩国调查层面比较广。韩国已经裁决了8.54亿美元嘛，哈。是。就等于是我们台币270亿左右，相当高，没有错吧？哈。他主要是认为高通公司他滥用。这个市长的一个领导地位，哦，强迫韩国手机制造商缴付不必要的这个大量专利授权费用，作为销售其通信晶片的费用一部分。所以韩国公平会主控高通公司是透过限制通信晶片的专利来妨害我们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啦。是。这个认定事实上跟台湾其实是一样的，你认为呢？那个要被调查的那个检举的事实哈，是有相当的程度的刚刚很多委员都别提到高通案哈，事实上高通案应该照理讲是新政府的一个新作为哈，尤其是你新主委上来以后，高通案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案件，事实上到底办不办这？牵涉到魄力的问题，我也知道一定有相当的压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高通案，它的收益13%是来自台湾1000多亿，我说、如果说我们是以10%来计算的话，哦，裁罚下去也要将近有100多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数字，那对于公平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案件，是，那就是要看你新的一个主委上来。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魄力，能不能把它搬出来，能不能？所以这个市政一定要非常的明确了哈，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很谨慎在查证各项数据，然后它有水平的也有垂直的部分都一并要去查清楚哈，还有契约也要去检视。那个韩国罚的部分跟我们的事实有相同，但是韩国立案调查总共几年这个做出裁罚，您知道吗？韩国。我们的调查范围比他来的大，他啊，我们的哦，现在问韩国，不是在问台湾、啊。多少年？这个我们就可能需要再进行了啊。韩国也不出三年呐、韩国也不出三年，也不止三年。韩国也不出三年就把这件事情结了，中国也不出三年。那美国跟欧盟现在都在调查中。那我们现在就在问的就是说，我们台湾今年年底以前能不能结案？做得到吗？我们会紧速啊，紧速来办理。紧速哈，是。我只是说这个案哈，事实上，大家都在关心哈，关心瞩目哈，所以我特别在提醒你。当然，新的一个主委上来，基本上还有很多问题哈要去关心，要去处理哈。但是像这些瞩目的案件哈，我们希望我们公平会能够建立威信，好不好？是的，好。然后我们主要是要有明确的市政，这样办出来的案子才会得到支持。这样子，谢谢。还有就是，公民会是行政院的一个稳定物价小组了哈。那看起来这个，我们要如何去查缉民生物资的一个联合涨价行为是，是现在变成是很重要。那譬如现在大家在关心的这个。
奶粉的问题哈，事实上看起来国际奶粉还是在低价的一个国际间，但是台湾确实是涨价哦。虽然你的说明哈，说这个奶粉业有认为他们重新配方，但是我们还是认为哈，这个五大公司的联合涨价行为非常明显，哦，非常明显哦。这一点事实上，我们是希望就是公平会应该要好好的、切实的、落实的去处理哈。是。那我们是认为就是说这个稳定哈，物价是很重要哦。尤其看起来美国要升息哦，但是他们在经济手段上，他们是要促进这个经济的一个内需。哦，但是会带动的是像亚洲国家，哦，也是势必会升息，那对我们台湾的这种物价一定会产生波动，那这个波动对台湾来讲就变成又是我们稳定市价很重要的，有的在波动前就涨价了，造成市场的一个浮动，那我们公平会我们的物价小组要怎么去做，哦，这要落实，哦，不要常常落人口舌去用笑啦，其实去年那个办那什么的菜价，啊，恁走去市场，走去什么的超商，啊，你在查，你不觉得可笑吗？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怎么跑到末端的这些消费端在查有没有联合涨价？这不是直接在作秀吗？你不觉得吗？啊？不过现场去查访还是有它的一定的效果啊。现场去查访还是有它一定的效果，只是当然不是查访跟查缉是不一样的，查访 不需要大动作，欸，不需要带有媒体去，对不对？我们现在事实上是在查缉，我们事实上是在了解，事实上我们是在从供应端里面去了解是有没有联合嘛。我是觉得 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这个查缉的一个 ABC 的观念嘛，哪有说走去在市场去跟菜鸡在问说，啊，你介绍现在多少，你问菜鸡啊，问这个小超市，啊，这敢不会笑？所以我是觉得齁，这个我那个非常支持那个委员您这个看法齁，然后我是以公平会齁，对于市场比较集中度高的，我们是长期在关注。像您刚刚点到了这个奶粉进口奶粉市场，现在五大这寡占，对于有高市场力的市场，我们其实是长期在关注的。那菜价这个农产品部分，其实它是变动太大的了，因为同一个蔬菜，同一种蔬菜品级也很多种，所以这传统市场确实无法非常确知啊，哈，非常确知。但是你查访民情当中，其实他们都会知道。为什么贵一点？为什么便宜一点？其实不是没有讯息可以收集啦，所以也对啊，也是。主委，我只是在提醒你啊，就是说，马政府在查物价小组有一点装白痴啦，特别是最后一点哈，啊，大家整笑一下，啊，大家做底和下回看哈。那我是希望这个新政府上来以后，实际上很多的事情哈，我们要做就要落实，要雷厉风行。让大家觉得说啊，公平会它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哈，哦，不是在很多事情在吸引故事，哦，我想这一点哈，哦，其实新人要有新的这个作风，哦，我想这个公平会哈，哦，不要遗忘哈，哦，我们有行政调查权，是，哦，公平会第27条就很清楚哈，哦，主管机关是可以依这个本法去调查的哈，哦，我们是可以请当事人及关系人到场来陈述意见的哈。哦，所以只要我们认为不管是媒体也好或是社会关注的事件发生以后，事实上我们都可以主动，哦，去立案去做调查，是，哦，我想这一点，哦，事实上我在这里，提醒公平会，啊，事实上要怎么 让社会，哦，感觉到，哦，公平会的存在，哦，是，事实上现阶段，哦，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哦，我想我要再一次的提醒你，哦，事实上，联准会这个美国联准会会再升息，哦，第三次的升息一定会造成，哦，一波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波动，哦，那这个波动是不是被联合这个垄断炒作，哦？我想这一点也是未来公平会非常重要的，哦，这个关键的时刻，哦，你们稳定市价物价小组，哦，应该要发挥一定的功能，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了，十分钟后继续开会。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请张立善张委员。主席，我们请黄主委。主委请。张委员好。主委哈，恭喜你了哈，已经上任我们公平会的主委哦。那今天是第一次莅临我们的委员会嘛哈。那我想我在这里啊说一段哦，就是最近呢，根据美国营养政策及推广中心呢 CNPP 发表了一份关于养儿哈。养育小孩开销年度的一个报告，也就是小孩子呢，哈，年满十八岁到年满十八岁为止了，哈，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呢，预计大概要花费新台币736万元，在一个小孩的开支上面，哈，而这呢，没有计入怀孕之间还有小孩上大学的费用。所以根据这个报告指出呢，2015年美国家庭的养儿花费呢。年增 3%、啊、那这个数字呢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啊、那所以呢与1960年相比啊，美国家庭呢现在花在子女照顾跟教育成本大增，而房屋跟食物的开支是缩减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呢在民生项目上都是缩减、哦、这些、哦、花费，但是呢、哦哦、这也显示什么，也就是日子越来越苦，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哈。那从这一段当中呢，我特别要讲，也就是公平会针对现在19项奶粉全部都是飙涨的哦。我刚刚也开了记者会，尤其是今天是38妇女节了哈。那我们特别要讲，也就是说，在整个的哦民生物资一再波涨的情况下，我们台湾。已经面临高龄化，而且是少子化非常严重。现在所有的年轻爸爸妈妈，他结婚了，他不敢再一个一个孩子一直继续生下去，可能生了一胎以后呢，不敢再生第二胎了，也不敢再生第三胎了。所以人口数也又一直啊逼近负成长了哈。所以呢，我不晓得现在公平会针对这次奶粉整个飙涨的情况下。你们做出了什么了哈？所以呢，我想哦，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哈。我们看到，哎，公平会回答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哦，无论是婴儿奶粉、幼儿奶粉、奶粉双涨的情况下，公平会的回答，他说什么？他说婴儿不一定要全部吃奶粉，他其实他有很多副食品的哦，他不用全部啊。在哦，用在奶粉身上也不是唯一的哦，这个营养成长的主要来源。所以我觉得这回答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晓得人家在育儿上面的一个辛苦了哈、哦。那甚至呢，哦，卫福部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因为现在乳源成本很高哦，进口成本高了，所以我不晓得哈、哦。我要问一下，就说现在美金呢是跌的。台币是升值的，所以就是进口的成本照理讲是要低的、哦、所以现在诸位你认为现在进口奶粉，因为现在啊奶粉在卫福部的规定里面是一定要原装原罐进口，因为台湾我们的生乳是没有办法制造成奶粉的，所以原装原罐进口，那既然进口哦，美金价格是下跌的，那为什么还会哦整个价格是飙涨的哈、哦？我想这个整个的弧度你看得非常清楚。现在啊，一块的美金以前高达到33块哦的台币，现在已经下跌了，现在在30块左右哦。是，所以请这个部分主委回答一下。嗯，这个问题哈、哦，是我们要去问那些进口业者的。对。看他要如何来解释这个事情。嗯，那我现在的情况我不能替他回答，不能替他回答。但是这个现象也是我们觉得万万不可的。嗯，所以其实这个他必须详细跟我们说明，
在进口成本各项因素显示都是下跌的情况，它为什么涨价？它为什么涨价？那即便是我们有些数据用近年来的平均价格来看，平均价格来看，平均而言说是有上涨7%，可是它这一波的涨价6%，譬如说这样，我也有很大的理由可以质疑它，因为它的市场力高，才有办法回应成本的90%到消费者身上，这也是跟公平交易法有抵触的。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现在看到的资讯，已经去收集相关的成本价格资料，要做一个勾稽比对以后，确实认为它这一波涨价并不是呼应成本应有的涨价，照说进口成本也会占它最后成本的可能只有50%，为什么会有90%的转价？显见它是滥用它的市场力。我们也朝这个观点在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主委哈，是，我想你到目前还没有去做深入的调查，好，所以你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回应我。是，但是我这里提供一个资讯给你清楚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一再讲说乳源成本增加，所以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但是呢，这个、啊。非常清楚的让你看，也就是说102年、103年、104年、105年、到今年到目前为止哦，所有的价格啊平均啊是下降的哦，成本哦是-3.2%哦。那你们告诉我说要跟102年比较，怎么跟102年比较？我们讲的就是今年哦，今年目前整个的成本是下降的，所以我要请教主委，也就是说你要严谨的去查查啊、这批奶粉的涨价完完全全是不是有任何的垄断行为，甚至呢这一张表里面几乎把所有的婴儿奶粉呢做一个原价跟新价的分析啊，整个涨跌的幅度都是在4%以上，7%、8%、9%。诸位，我们现在薪资有涨价吗？尤其是现在一例一休已购，所有的企业单位，所有想要加班的员工，通通没有办法加班，所以他们本来啊，因为加班多领个几千块，可以来做零用钱、奶粉钱，甚至啊，哎，孩子的补习费，那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也就是啊，我们所有养儿育女，很多孩子他的基本的粮食是什么？就是奶粉嘛，哈。那你知道我们现在针对粮食？是有管控的，包括我们稻米、小麦、面粉哦，这是国家机制里面一定要管控它一定的储存量、一定的价格。但是呢，小孩子他的粮食是什么？他粮食就是奶粉嘛，哈、哦。所以无论是婴儿奶粉、幼儿奶粉，如果以目前呐、啊、养一个小孩以900公克的奶粉，可能一瓶哦，现在目前涨价的幅度是超过50块。那你想，我一个月，我如果食量大的，我就要吃到6瓶哎、欸，哦，一个月可能要增加300块，一年就要增加3600块的这个成本了哈，整个的这个价格浮动哦，所以我想这是增加大家的负担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呢，我希望就是说一定要体恤哦，所有的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赚钱不易，然后那如果在这个方面又增加他们成本的话，我相信呐、啊，没有人敢生小孩了，然后那国家呢就越来越少子化。我那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哈。谢谢。好，那再来呢，我看到就是说，一例一休以后啊，所有百业好像在林权院长说涨价是合理的，是必然的这个情况下，哦，百业啊，都在调涨。那这个时候我不晓得公平会、哦、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然后你是不是也要配合去查气，看他们有没有任何垄断行为，有没有借势借端，因为政策的问题而提出看起来是合理的涨价，但事实上呢是跟着、啊、搭这班车子啊、哦、就因为这样而来、哦、百业都起涨。我相信公平会你要做一下好，你本身应该有的职责，你说明一下好了。以一例一休的这个劳基法，这个这个通过以后哈、我们确实看到有一些各业的那个涨价的情况。那么，而一例一休
是一个真正出现的事实，但是百业在涨价是不是因为一例一休这样的一个查证，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一个事情。那么以公平会在执行这个公平交易法的这个职权来看，我们对于高度集中的市场，就是说如果涉及是垄断结构、寡占结构、独占寡占结构的这个市场有涨价的行为，我们一定会去调查，去调查。主委，那如果是个别事业的单独自己的涨价，好，那我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以去查查的一个。我想这段时间呢，哈，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因为梅吉台风的时候呢，哈，我们公平会为了要查菜虫，哈，因为这菜价太高了。但是你现在看到了吗？所有百业齐涨的情况下，菜价是非常低的哦，对，哦，是非常低的哦。那现在有没有人替所有的这些农民讲话？哦，什么都涨，现在菜价是非常低的，包括因为禁宰禁运七天以后，所有的禽肉在这七天完全禁宰禁运，结果呢，一夕之间所有的禽只啊，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完全都要所有到市场上来，现在价格崩盘的这么严重。我不晓得公平会，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下，你又基于什么样立场来协助这些业者？对于这个禽流感造成的这个效应，我没有去关注。嗯，白肉鸡了哈，在当时禁宰禁运的期间，大概只有白肉鸡在市面上，我没有去关注它的一个价格有没有波动。那去的是量贩超市啦，然后还有传统市场都有去。传统市场那时候因为禁宰禁运，大概他们主要卖的都是什么土鸡啊，什么那些的话是没有量的。那以量贩跟超市其实备货充足，价格没有什么波动。那至于后续的几个，譬如说我们到三月二号还有去了解一下那个鸡的价格啊。从这个产地价跟批发价当然有落差在，但是这个所谓的零售价部分的波动啊，从好像不是到太显著的波动，都是一台斤。主委，你没有上菜市场对不对？啊，一斤本来四五十块的，现在跌到不到四十块，啊，已经下跌10%以下了，这还没有波动吗？上涨你们就要查啊，哦，整个价格崩盘你查了吗？你了解了吗？所以主委，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时间也有限了哈。我现在看到在三月二号的情况，它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下降，所以你讲的最近几天的话，我可能还要好，你再查一下好不好？好好，谢谢。接下来请管碧玲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好，主委请。管委员好。好，先请教主委好。我们去年的台风一直，去年总共五个台风了哈，所以到去年年底九月份前后，梅基台风、艾丽台风的时候，菜价飙涨，而且是预期性的上涨。价格那时候连林权院长都受不了，有出面指示抓菜虫，记得那一波吧？公平会有没有出动？有，来结案了没有？有没有抓到菜虫？这一波有没有菜虫？那个我请我们的吕处长，啊，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来，还要处长回答，来，应该是没有。你是老公，没有抓到菜虫，没有抓到菜虫，啊，那有没有菜虫？我们讲的那个就是中间商嘛，哈，盘商哈。是。那个。所以有没有联合涨价行为？有没有联合行为？有联合行为就有菜虫。是没有查到联合行为。没有查到联合行为。对，因为我们现在好，没有查到联合行为是事实。那有没有联合行为？因为我们整个这是两回事哦，为什么是两回事？我们去调查，因为你们有合议推定条款啦，啊。我要问的是这个。对，我们去查，可是它价格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我们不管从通路拍卖市场或者整个盘上，他们价格是卖出去的是不一样的，或进口，所以我们没有价格，既然不一致，好来，我不要讲那么多，我要结论。
所以事实上你们没有查到联合行为，对不对？好，那你们用合议推定来推定的时候，你们推定有没有联合行为？你们有没有用合议推定去了解？有没有用这种手法去了解？当时大概没有用合议推定去做这个了解。那你违背你当时的承诺，本席在这里任命同意权的时候，你还有那个 副主委，还有另外一位我们 的委员，在这里都承诺说你们会加重合议推定的法律的适用。这个案例因为出现是在过年前的事情嘛，那 我现在会善用它了，因为再来如果有一些案件，所以你们没有去用嘛，对不对？那个案子，好，那我问你，你现在手中立案的案子，你上任以后，你有没有重新审视过一遍？有哪些案子你有没有指示要朝向合议推定去看？如果是在调查中的案子，实在很不好意思，不能跟管委员透露。那但是我有在斟酌，有一些案件是要考虑用到我们的合议推定的这一个。我要看结果，合议推定到现在制定这个法律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满两年了。你们没有任何一个案用合议推定的结果去推定出他有联合行为哦，一个都没有哦。那这个法律岂不是形同巨文？给你们老虎牙，你们就不用。我了解他的那个可用的一个是一个可用的工具，我会有在一些案例里面会来用它。还有一个可用的工具啊，今天苏贞清委员也提起来啊，是第26、27条调查的发动啊，是那个副主委一起上来好了，副主委从检察官背景出身一起回答我，根据第27条调查的程序。你们在27条的一项，甚至于3款、4款好了，都可以调查跟扣押嘛，都可以扣留嘛，对不对？这里所谓的调查，来，我要你给我 define 一下，以你的专业，副主委，这里所谓的调查权的内涵在哪里？27条就有关系到，就是说，如果你可得到的证据可以扣押，这样而已。但可没关系，我要看调查权的内涵。你现在是在讲第二项，我要你向一项三款来。对，可以发动调查，也可以传他来，也可以是各方面都可以。一项三款的调查，你要运用到什么地步？这个调查权你们准备运用到什么地步？我们现在哈比较有需要，就是第二项哈，依前项调查所得可得证据之物，主管机关得不要。我现在已经在问你的调查权了，来一项三款。一项三款，你可以去调查，可以到太原，可以啊，这个我们可以去调查，对，可以到他的事务所、音乐所去调查。对，那你这里所谓的调查，你去行使的时候，你行使到什么地步？跟检察机关、检警调他们所发动的调查权的行使内涵，你不一样。对对，我说明一下哈，有没有一样？不太一样、欸，不一样。好，你行使到什么地步？因为检察机关看到东西就可以把它扣押起来，但这个的话哈，他拿出来的。我们才可以扣留，如果我认为可以的，你们不能搜索，我没办法，所以就差在没有搜索，就差在没有搜索，所以一定要他拿出来的，对对对，你才能就拿出来的调查。我不乱翻不能可以翻他，不可以。那你要不要我们就要去你交出来，有什么资料提出来，负责文件，那你去他事务所干什么？对，所以那以你来看，好，那以你来看，27条有没有用？所以我们这个27条第二项这得扣留之这个部分哈，如果能再扩充一点，啊，是可的可以加以扣押，哦，搜索或扣押这样。好，你们要不要提修法？有啊，我们现在在研究了，有草案，现在真的研究。意向如何？上一次哈，有没有必要性？上次立法院听说哈，就差一点过了，但有几个委员反对，所以那我问两位了，先主委先说。你的意向，你在领导公平会，你要行使公平会的职权的时候，你目前的意向，你有没有要扩充调查权？我极力的主张要提这个修法，要增加这个权限。副主委。嗯，对啊，我是要推动这个法案。好，那我要问，那你们的时限呢？什么时候会提？这个修法哈，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所以现在可能在你内部啦，我问你内部啦，内部就你们自己的程序，你下令嘛，什么时候要提案嘛？三月底以前哈。嗯，会先经过委员会议，嗯，然后委员会议之后可能要邀集法务部等单位好去进行讨论。三月底会进行委员会议，然后通过以后大约是，然后就法务部进行讨论，然后呢？那个我们法务处这里先来说一下时程，就是我们报院之后，那院里通过就会送到立法院来。没有了啊，你的时程告诉我，现在说三月底通过委员会，然后要跟法务部会嘛，好，
然后什么时候送院会？不是预期什么时候送院会？我们内部哈，内部现在抱怨行政院同意什么时候要抱怨？好，那你什么时候要抱怨？来告诉我，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抱怨？这个最重要嘛，就是出委员会报行政院，来给我一个承诺。从我们送委员会议，我预计三月底会可以送到委员会议，一个等于是一个草案呐、啊，是草案，然后再经过部会协商，然后送到行政院。对，应该什么时候送院会？行政院什么时候送行政院院会？他说应该要到，要有决心啊、不是他说这个来了，嘿，快可以很快啦，就本席审过啦。交通部曾经审过的案了，一个礼拜在立法院通过，两个礼拜在交通部跟行政院之间完成了。部会协商我无法掌握那个时间会拖多久。部会协商这个没有问题，你太外行，你在骗我。我报告一下这个程序，他主委可能比较是。我们是送行政院有两种方式啦，一种如果是委员自己提出来，嗯，啊要我们提草案，我们就随时可以。这个不是吗？哎，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直接要报行政院。现在同意以后，我们会送立法院审查。我只要问你们什么时候要送行政院。嗯、那这个应该刚才那个处长想说，行政院这样合可这样，大概他说半年了。哈，无法接受。他、无法接受。无法接受。那再提前。无法接受。你知道国家语言发展法现在开始六场公听会，它比你们复杂，所以文化部报六场公听会，要办六场公听会，人家就说六月要送立法院，我都还嫌它太慢。那你们这个呢？你们要开六场公听会吗？有必要吗？跟国务院报告没有啊？因为我在了解当中，现在三月嘛，到六月要送立法院，表示什么？表示他五月一定会送院嘛，两个月就可以送院的事情，你要跟我说你半年才会送院？一我所谓的送院是送行政院哦。来，什么时候送院？我会。跟这个会内哈一个积极跟他们做个讨论，因为这次除了搜索扣押条文的修，主委糟糕了啦，你的魄力在这里被破功了啦。我们如果拖，我本来要做球给你展现魄力啦。是，现在是说我们本来连带会有一个支应这个国际接轨的一个认罪协商的条文要一并修啦，所以才会有那个时间上可能要拉长。那如果说。就搜索扣押这个条文，我们应该是很快可以进行的，很快可以进行，很快就是变成我们这两个案子就另外处理。认罪协商是其他的问题吗？其他问题，但是因为想说在修法当中，啊那个、跟你的行政调查权的扩充完全无关，你赶快去扩充你的行政调查实力嘛。是，赶快让你们真的有。我讨论如果只是先送这个搜索扣押条文，我相信不会拖到半年的啦。不要拖到半年，不会。好不好？那我是想说，你也不愿意承诺说六月以前送，你跟文化部一样，六月送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好，半年很久哎，九月。然后台风就来了耶，啊？然后奶粉的案，你们没有工具可以真的好好查。我想在六月送行政院，我们就抓这样的时辰。六月送行政院，好，希望你们能提前了，好不好？好。另外，本席关心就是这两件事啦，这是制度面呐。是。好，还有就是你们的决心呐。是。一个就是合议推定的适用啦。嗯哼。另外一个就是调查权的完整性啦，这两者。是，好，那我今天还是在这里再度提出来，这两者很重要。好，那第二个是人力，你看一下我们南部的人力，公平会在南部哈，你们总会人数共有200人，我们整个南部地区人力只有2个人。那我来看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人力配备够不够呢？我们以104年度民众检举案件，中南华东地区277件，占全国地区总数是27%耶，结果我们的人力呢？跟台北比起来才1%，好，其实是1%不到啦。南区的这个人力、是、欸，然后我们以多层次传销事业在中南部跟华东地区是占全国的40%，哎、欸，好，那如果说我真的是要做到好，真的是要做到好，两个人真的不够，
我又要去调查，我要接受咨询，我要做法律咨询的服务，我又要接受受理检举案件，然后还要承受你们北部下去交代的所有的调查的任务。两个人你能够维系整个南部跟东部地区怎么样的公平交易，你们回去好好讨论人力资源配置的问题好不好？好的，因为你知道南区 所辖的范围是除了南部还有华东哦。是，好，这个人力是高度的不足，而且不成比例啦。好好，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三件事情哈，记得六月以前一定要抱怨哦。好，就是五月底抱怨了好不好？五月底报行政院啦。啊，我那六月是行政院吧？嗯、对啊，行政院呢、啊？是，就报行政院、啊。谢谢谢谢。好，五月底报行政院呐、啊，我六月一号就开始追嘛，啊，你就五月底就要报行政院嘛，你六月报行政院就是六月一号以前报行政院嘛，你不要给我六月三十号以前报行政院这种答案嘛，啊？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哈。谢谢。邱志伟委员，好，那邱志伟委员发言完，我们是不是处理临时提案？好，谢谢主席。大概只有五六案而已哈，一下子就处理完了。我今天临时提案比较少了哈，因为你提的比较少，都有电脑打字，好，有请主委。主委请。邱委员好。哎，诸位，就是去年啊，大概九月、十月，因为台风还有豪雨啊，造成南部的这个蔬果的供应出现供需失调了哈、嗯。但这个不太可能变成说单一个案，或者是那一年才会这样。极端气候的现象就是说，每年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好啊，特别是南部是这个蔬果的重要产地，哈。那很多的台风豪雨都从南部来，所以会造成说蔬果供应出现变化，哈，那需求当然是一定很平稳。那它供应如果出现短缺的时候，就会所谓出现这个菜价或者果价的这个上涨。那蔬果一上涨，老百姓这个马上察觉非常，就体会非常深刻，因为它这个必须要用很多的钱去购买平常比较这个低价的这个蔬果，所以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就会慌了之后，当然就会政府就会受到这个舆论的压力，而政府就要去查到底有没有菜虫，到底有没有果虫，然后菜商供应商他也会这个心慌，会不会这个去查我莫名其妙被认定成菜虫或者果虫。果农或者菜农，他又因为这个生产受到台风豪雨的影响，啊，这个货源不足啊，价格也没办法，因此啊，有一些的这个好价钱，就变成说消费者、政府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菜商或者果商或者是这个农民，基本上都全盘皆输了哈。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主委，什么叫菜虫？什么叫果虫？或者鱼虫，那指的是有没有稻虫？指的是中间商啊，中间商就是从产地那个产地端，生产完的东西要往批发零售的时候，就是说低中盘商低买高卖嘛，低买高卖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觉得它是虫？你中间商当然他要获取利润嘛，但利润这应该是合理的利润嘛。你如果打压农这打压收购价格，然后哄抬这个出售的价格，那当然就是我的想法是，就像邱委员您刚提的，中间商也有他的要赚取他应有的利合理的报酬，合理的报酬。那什么时候会我们要关注说他是不是有违法的行为？那主要是我们要去观察的是中间商这一段。有没有垄断？那你们的观察是什么时候开始介入？我会去看台风警报发生的时候，是吗？还是豪雨特报这个发布的时候？还是常年性你都要去做一些这个观察？我会去就譬如说蔬菜的运销，
体系里面中间商这一块的结构。那请教是常年性的，因为这个事情会一直发生，有可能是制度上有一些造成它有垄断力的部分。除了预期，就是说豪雨台风造成的这个供需失调状况，你必须要记住之后，常年性的时候，你也要去了解这个中间商是不是有这个获取暴利，压低收购价格，抬高这个出售价格，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前提就是他有市场力。那我请教主委哈，像这种所谓菜虫、果虫、鱼虫、稻虫，它是会出现在这个供不应求的时候，还是供过于求的时候，还是供这个供需平衡的时候，在这个三个时间点，供不应求的时候是比较会影响到一般的民生的啦，因为你没有那个供应量的时候，价格就会被哄高的可能性是较高。所以供需平衡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所谓菜虫、果虫。如果供需平衡，它还有供需平衡，你能保证说中间商不会影响这个价格吗？那就是最大二级了，就是供需平衡，它还那这种情况，这种样态会不会出现？我会很关注的是，平常的时候就是供需平衡的时候，是也有可能产生菜虫，这个时候菜虫才是最大恶极啊。那去年这个九月、十月啊，台风豪雨造成这个供不应求，那你们那时候有没有抓到所谓的菜虫，或者是稻虫，或者是果虫，有吗？在那个阶段哈。我必须说，这样的事情是整个稳定物价小组的那个有一个分工机制。首先要调节供需啦，哈，在供不应求，因为那个供给减少是因为台风造成的。其实那个供需的调节也是会影响它中间商有没有办法去影响价格的地方。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是就是胡萝卜啊，300吨，我问过农委会，说300吨是一般的量。它是一般的储藏量，就日常的供应量，没有异常去囤积。结果那个时候媒体的报道，那你们公评委也没有专业人员去认定这是囤积还是储藏，所以就把它一口气就把它打成你是菜虫，变成众矢之的。上300吨，我请教过这个农委会，农委会说是一般量，最每常年度的供应量是20000多吨。所以基本上是很微小的量，或者应该说正常量，就那时候就被说成菜虫。那你们还去这个检调，你们还去查，那时候你们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你那时候还没上任了哈，来，我们请教一下相关的主管。向委员报告哈，有关现在我们的分工，就是说，有关那个产销品那个供需的部分的调节的部分是农委会负责。那如果在农产品市场里面，也是农政主管。那我了解，调节是他们工作。对，但认定是菜虫。对，囤积的部分是减掉在负责。所以上次查300吨的时候是减掉去查，结果后来农委会说那是正常的量，所以这个案子后来应该就是。那公平会没有进入。公平会是查联合行为。有没有联合行为？那我们也确实是查的，可是我们所得到，不管这个经销商他进货价格、卖出去的价格，整个价格外观整个都不一致，所以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构成联合行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有专业的这个公部门来说一些话，好，否则这个一般的量就被说成这个是这个菜价飙涨，有菜虫充斥，所以影响到这个民心呢，也影响到物价的浮动。我很期待说公平会发挥你的功能，你要出来说一些比较专业的话，说这个部分没有所谓不违反公平交易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你们啦，农委会要出来说话。我很奇怪，农政主管机关或者是检调，没有一个专业的人来认定这个是属于囤积还是属于一般的储藏，或者它是以这个刻意的哄抬价格还是一般的这个正常价格，没有一个专业人来做判断。那这类似的事情如果要发生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这个中间商，所有菜商啊，有良善的，大部分是良善的，他是很惶恐啊，会莫名其妙我这个量就被没减掉来，就说我是菜虫，那情何以堪啊。那我想请问主委，是到底公平会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平交易法里面非常重视市场的竞争。那市场什么样是竞争或不竞争呢、啊？我们就要了解市场结构。就像我刚刚对于我们的蔬果，譬如说它的一个整个传销体系里面每一个结构里面的集中度是不是过高，会不会容易产生那个有哄抬价格的那种能力的那个状况？我们会先平常就要去了解一些这些他们的结构。平常的功课 study 很重要。是。好，到了这个需要你们判断说话的时候，你们应该要跳出来说这个部分是正常量。是否正常量好像要还是要资料来佐证、啊？好好好，對對對，那我问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所谓数位经济哈，是数位经济实际上是现在的趋势，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的哈。是，所以对于数位经济，我们有没有一些针对这个公平会所扮演的角色？因为现在法规面是现在法规，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啊去定一个专法，没有这个也不见得一定有。那未来有这个规划吗？我是想在公平交易法现行条文里面去了解，如果面对在数位经济之下的新型的那个产业，不见得要订立专法，不一定嘿。那现在的公平交易法或者制定一个专章，我们就是增订一些条文。我现在的构想是，就数位经济下的那个新型模式，我们会先不只是台湾，而且说其他国家。我等一下写个临时提案哦，请你们做这个未来这个修法立法的评估了、啊。哎，就是国外也在数位经济这一块，也是大家都在进行中。对吧？国务院、美国国务院都关心这个 Uber， 是。那当然，那个 Uber 也是数位经济的一部分嘛。那代表说，美国的行政部门关注这个议题。那我们不能说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是啊，公平交易委员会针对法规面，你要未雨绸缪啊。对对是。好、啊，你要做相关评估，到底你要制定专法、专章，还是要朝这个征修法案的部分去做处理？待会等一下再写个临时提案哈、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多城市传销啊，哈，都是传销。你们到底这个一个月大概报了大概跟你们报备制哈，一个月大概报备，我想大概是三四百家了哈，那一年大概你报备有大概五六千件了哈，到底你这个报备制，你没有报备你会受到这个相关的罚则吗？那你违反第六条啊第七条之一，对不对？不管是变更或者是设立，好，那这个罚则啊，三十万到一百万，罚的件数多不多？去年一整年罚的件数多少？去年一整年我们至少罚了三件以上，就是说他没有变更报备，或者他没有报备。他是变更还是设立？是违反？有的是设立的时候，他就没有在设立的时候。所以三件是非常少，多城市传销那么多的这个公司，那到底他的报备率是多少？你们有没有去统计过？大部分都会来报备了，大部分来报备。那如果他没有来报备，然后他实际上他是从所谓的没有报备，你怎么去查？没有。那如果他是从事吸金行为的话呢？那部分是属于检调机关要去做后续侦办的。比方说他是用这个网络平台。对对对对对。那这网络平台你没有法律去规范，然后就推给检调？没有，也不是说推给检调，因为检调本来在这一部分他们就立有一个专门。这个就是法律所规范不足的部分哈、哦，我觉得这部分你们要去加强，就新兴的这个所谓多城市传销的形态，好、哦，它的交易形态这个与时俱进。或者个与日俱新，有不同的交易方式，特别是电子平台，这部分你们法规上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规范。我们其实持续在做网络监控，然后有一些也是因为我们有在监控，或是民众的检举，就发现茫茫网海中哦，你们几个人没有办法监控啦、啊。茫茫网海之中有那么多的这个交易行为透过这个电子平台，所以到底有报备的比例有多少？现在我们有发现他是从事的就是多城市传销的这个经营的模式都在报备了，但是有没有他，我们也有处分的那个他事实上在做多城市传销却没报备，那是处分。那这处分一年只有三件而已嘛，三件你没有报备或者变更没有，只有三件而已嘛，所以代表说你那么多可能很多都没有报备，你没有办法人力授予人力的限制，你没有办法去查，没有去查。他没报备也没事啊，对不对？所以这部分你第一个你就增加人力，增加预算，怎么去查，或者你就明立一个规范，从法律面去做检讨，能够让报备能够更确实嘛？你有报备，你才这种适度的管理嘛，或者有效的管理嘛？是，好，好，谢谢，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处理提案哈。六个案而已，哪个难？有啊有啊，最近的哪个难了？我恁大家都知道了。第一案，请宣读提案。历史提案第一案，近年美商晶片制造厂商高通因其包括塔设专利模式，屡遭世界各国反垄断执行法机关开出巨额罚款，包括欧盟、韩国、中国等国家，现在在台湾为高通第三大贸易国。立案调查至今仍无进展，实难以确信高通禁毒后台湾而采取有别于他国之搭售模式，公民会不积极意作为一相对削弱台湾相关制造业之国际竞争力原提案，要求公民会积极调查，并一个月内彻查是否公民会相关行政执行单位能量及效率不足，并提出报告提案人苏正清等委员。第二案，鉴于一例一休实行后，许多产业已经价格调涨，以致民怨四起而具暴涨，后续仍有其他产业业者将跟进调涨。公民委员会虽于一月初进行调查，却表示无联合涨价之行为，与民众认知相差距甚远。原提案要求公民会应于两周内将一例一休实行后是否有联合涨价行为之调查报告送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陈超明委员等人。第三案，鉴于公平交易委员会黄美英主委于接任第一日即宣布将争取搜索扣押权利为首要任务，有利公平会能直接取得且扣查违法关键物证，为搜索扣押权系实质司法权，对人民权益影响至深远，要求公平会于一个月内会同法务部针对搜索扣押权之修法细节进行研议，并将研议结果送本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陈超明委员等人。第四案，根据美国营养政策与推广中心发表养育小孩开销年度报告，小孩满十八岁为止，一个中等收入家庭预计花费新台币约736万元在一个小孩的开支上，这尚未计入怀孕期间以及小孩上大学的费用。报告指出，2015年中等所得的家庭养育子女至十八岁的总成本估计达23,610美元。合计新台币750万元，较前一年增加3%，这个数字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与1960年相比，美国家庭现在花在子女照顾与教育的成本大增，而房屋和食品开支缩减，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甚至基本民生项目都在缩减用度。多年来，民生用价只涨不跌，政府却查无实据。原要求公平会应加强法规建制，针对轮流涨价之操纵物价行为，加强查缉效能，并一个月内提出近十年来重大民生消费物价变动表。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五案，有鉴于106年1月1日劳动基准法新制一例一休上路之后，媒体报纸影响餐饮业、客运及快递业者、医疗院所、电影院纷纷调涨价格，严重程度比油电双涨还惨。行政院林权说，修劳基法的目的是减少劳工工时，但不可能不付出社会代价，涨价也是必然结果，显示百业齐涨趋势已成定局。尤其部分民生消费项目之制造商或经营销商，原本已实施周休二日，不受一例休因正影响，却也名列在涨价行列中。例如婴儿儿粉、例如婴儿奶粉等项目，原要求公平会立即立案调查，防止有业者趁机哄抬物价、联合涨价之行为。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六案，有鉴于报载服务业受蔡政府新政一例一休措施影响惨重，例如八方云集已宣布韭菜水饺每颗涨0.5元，胡须章鸡腿便当调涨5元，三商巧福牛肉面贵了5元，必胜客大披萨涨15元，麦当劳至少20款套餐和点心价格都上涨，涨幅最高为7.7%。此外，成品电影院全票加20元，部分诊所假日挂号费调高50元等。原要求公平会应会同劳动部立案调查各业者涨价幅度是否合理，及提出完整报告说明涨价成本估算，是否因劳工成本上涨公开涨价收入有无归功于劳工等调查结果。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宣读完毕。第七案，有鉴于菲律宾以交通网络车辆服务法规管理 UBIDE， 加州政府公用事业委员会通过新法，创造出TNC 新运输类别加以监管。马来西亚内阁在去年通过网络轿车法，澳洲雪梨2015年开始的计程车产业创新改革，以及各国 Uber 经验，当地政府就有大动作的转变，不外乎是另定新法，或是对于既有产业的辅助得以公平竞争。相对台湾对此法规绝如公平会责无旁贷，原要求公平会技术订立相关法规，以维护台湾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之健全。提案人张立善委员等人。第八案，
请公评会针对数位经济的新兴商业模式，就加强法制面的管制机制、管理机制是否制定专法、专章或修改公平法，于两个月内提出报告于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委员等人。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哈。第一案，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照案通过。第二案，主席，我们那个第一案哈，这边是希望我们在一个月内，提出报告哈。那我们能不能写为两个月？好，那修改成两个月，没意见？没有，那就照修正通过哈。第二案，有没有意见？啊，诸位，两周内可以吧？第二案没问题，谢谢。好，那第二案照案通过。第三案，没问题，谢谢。好，第三案照案通过。第四案，哈，那个在倒数第二行的这个一周哈，想请这个写为一个月，好，那张委员可以吗？然后近十年可以吗？可以哈。好，就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月，因为他有近十年来的资料要收集。好，可以哈。好，那就一周改成一个月内哈。那修正通过。第五案，我们建议有一些文字上的修订哈。基于公平交易法的那个权责，我们是在了解当中，希望是针对有没有联合行为进行查处。所以倒数第二行原要求公平会立即立案调查，到后面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改为立即了解是否涉及联合行为并适时立案调查，就增加这几个字。好，当然可以啊。好，那照黄主委所念的修正通过。第六案，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些文字上的调整哈，就是后面这几行哦，后面这三行哦，要求公平会，也是像前一案一样哦，应了解是否涉及联合行为，并提出书面报告。后面的三行，我们希望能够删除。会有提出书面报告，就是了解是否涉及联合行为，并提出书面报告。那后面那个三行的延续，我们希望能够不要，能够不要这些文字。会同劳动部。因为在劳动部是不是可以？是啊，我是在想说，劳动部可能不会给我们这个资料。这部分的那个执行面，因为劳动部有没有办法针对这些事项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提供？那后面这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就转请劳动部研议？然后就公平会的职责部分，就是我们会去了解有没有涉及联合行为，这样的并提出书面报告。原要求公平会应就是否有联合行为，调查啊，并提出书面报告，并转请劳动部调查了解，这样，并转请劳动部调查，安尼好不？
好。是。好的。那我们就第二案就这样修正通过哈。第七案，谢谢。第七案。不要啊。第七案没问题。报告主席，这个有关第七案哦，这些措施都是交通部的措施。我们公民会。公平会现在并没有这些相关的法规面的可以来做一些规范，那轿车法啦这些哈、喔，产业计程车产业的创新改革，这都是在交通部的权责下的一些措施。公平会当时是以他在网络上的广告，那广告不实是在不实广告，这是公平会这边的权责内。那他能不能符合所谓的公路法，就是国家交通部的这些相关法规，是受限制于那个交通部。那怎么样弄？那整个案子要怎么看？怎么弄？它是网络轿车平台一平台。就是以现在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技术去进行一些交易，对。那我们公平会现在也是确实还没有相关对这个要是 Uber 进来了的一些法制的规范，现在在研拟当中有没有办法有一些未雨绸缪的这个规范出来？我们现在是有积极在研拟，但是针对这个上面张委员提到的这个菲律宾的法规，或是加州的法规，这些都是他们的公用事业委员会或交通相关的委员会的那个部。在你的五大宣誓里面，不是针对国际性的是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嘛？那所以你就是要去效法其他国家，到底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是怎么处理的？那如果要跨部会，嗯嗯。跨部会去协商，针对目前所产生的争议，如果这个争议，有没有可以比照其他国度来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建制这些法规，不要让它在台湾是触法的嘛？是。而且是要让在整个国际上，别人都往创新的路上在走，我们觉得还在原地踏步，甚至还特别的回避。整体交通部。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就是说，公平会配合且转请交通部研究是否要制定相关法规。我们一定要会同交通部，要不然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办法。到时候我们讨论的结果一个初步的方向出来报告，再跟您做一些回复。好，那照刚刚主委讲的哈，那会。你到底是会同还是转请？转请。你刚刚又讲会。这个好，跟各位委员报告，其实这个在公平会的权限内是真的无法触及啦，所以。赵委员，这个不是他的全责了，他要去会同交通部，也不一定理他了。坦白讲，
那可能就要到交通委员去提案了、啊。跟会同志一样吗？啊，我能不能跟张委员报一下，我们就是转请交通部来制定研究是否制定相关法规。那我们转请他来研究以后，我们会继续跟他保持这方面的一个联系。公平会的立场也会有一些出来的。委员有提案出来，那你就考虑这样，啊，转请就是没有效果。对呀，啊，如果在经济委员会的委员提出来的话，你要表示强势，去找交通部大家来协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嘛。啊，你说这个文字的转的看得很清楚嘛，有没有效果？你也自己要低头跟人家拜托啊。我们这边的委员有这样的提议嘛？所以是协同还是会同？就原要求公平会哈，协同交通部应尽速制定相关法规啦，因为台湾创新产业发展环境之健全。可以不？啊，诸位，怎么样？协同他还有责任呢，转请就没有责任呢，就推给别人了。这反正交通部的责任，怎么会？所以现在就是要求公平会应协同交通部尽速研究是否制定相关，是不是啊？尽速研究是否制定相关法规。好，那我们就这样子来照办。赵方诸位讲这样修正通过哈。第八案。第八案是这个。第八案，叫他来念啦，叫邱委员提案来念嘛，不然我们是看不懂啊。那个我这样看哈，因为我们仍旧有几个文字上希望能够着语增加哈，就第二行啊，就加强法制面的管理机制研究啊，在机制后面哈加几句话哈，研究是否制定专法。问号，专章或修改公平法，增加这几个字，好，然后于两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是好，提出报告，好，提出报告。提出书面报告。后面几个字看不懂。然后这个是什么？加研究两个字啦，然后专案改书面报告了，好不好？是。好，那没有见，没有见就照修正通过啊。好，那那个临时提案处理完毕，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主席有请主委哈。啊，主委请。王委好。主委啊，今天算是你第一次来正式接受这个质询嘛哈。是。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及格而已。我还看你不及格嘞。哦，不好意思，谢谢，我再加强一下。你在上一次人事同意权是。你这个台风稳健讲的这么的这个有信心，对不对？
可是我今天看我们竹围第一次来啊，从二月一号上任到现在啊，显然你功课都不太认真在做呢。请指教，嘿，感觉好像在回答很多东西，很质疑。然后我看你们这个团队，我看你回去要再换一下啊，不然人要给你打 pass， 给你做机关。我很少看到我们这个主委啊，我们一级主管在这边备询的状况之下，是安呢，里里浪浪啊，这么冷冷清清的呢。然后通常我靠后边拢一堆安呢，当面好干呢。我看我虽然你有任期的这个的保障，可是我很担心呢，你自己会做不下去呢。然后呢，我刚刚看到丹丹，就你哎，这个也是你自己讲的嘛哈，你希望你未来上任啊，你有五个未来的一个施政重点嘛哈。包括你要完备法治嘛，包括你要让它国际化，包括你也知道现在确实是新经济时代的一个来临嘛，现在的消费跟以前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势必有很多的法令一定要来更新嘛。是，可是我就看到你们就很消极啊，你讲的是这样啊，你下面的人好像也很消极啊，给你的讯息好像都没想跟你吃的快尴尬了。哎，主委啊，你们这个回去要稍微沟通一下。我们会做我们该做的对的事情。哦，刚刚有个委员在说啊，半年会不会太久？我对你们公平会啊，半年是还好而已的，因为本席以前啊，在跟你们探讨一些问题啊，最快的两个月，一般正常的要一年，所以你们半个月弄得出来，还算你们很厉害嘞。啊，不过还好，后来你自己有承诺四个月之内要把它搞定了，算是有进步了哈，好不好？来，我们来开始哦。今天我看大家都非常关心到奶粉的事情。那确实，因为为什么？因为民意代表在基层啊、招总啊，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东西。我们也知道，台湾现在的生育率确实是低得很可怕，全世界数一数二低的。那如何让这些年轻人敢生肯生哦？这真的很重要。可是呢，偏偏呢、啊，我们该有的功能啊，又没有具体弄出来之后啊，所以呢，变得说啊。很麻烦哈，我看我们在从2014年到2015年到2017年，总共奶粉就涨价有三波，那总涨的这个金额啊，高达到40%。可是呢，这到底是人祸呢，还是说是真的是公这个是自由经济哦？我觉得都很堪问哦。因为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啊。因为呢，我们也查了这个国际啊，这个。啊，乳粉的一个交易网站啊，确实在2012年每公吨是$3000，到了2013涨到5600，可是呢，到了2015年的后半段啊，它是跌到1590，而这中间大致上都还在2800到3000。我们看到乳品的这个国际交易量并没的金额并没有说很明显的涨，那为什么这19家它可以来涨？涨的原因是什么？可是呢，你们常常都讲说啊，这个报关行啦，一个进靠都安呢。那我要问啊，有没有可能他是上下其手啊？他就叫那边啊，报关的价格就叫报高一点啊，那你们就这样就被骗了啊，对不对？台湾民众的权益到底何在啊？你说，如果说今天国际这个乳粉的交易价格是往上升的，那我们没有话讲啊。可是他没有升啊，而19家确实是。垄断一起呀、啊，那怎么不构成呢？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们一直还是卡在文字上，对不对？文字上面来讲，就说啊，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什么默契啦，然后要有书面的，要有契约啦、协议啊。你看这些厂商会那么笨吗？他会去写契约说我们一起来账吗？不会啊。可是我看到你们淡淡牛奶。奶粉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交出来的成绩单，我们都真的。刚刚委员在说他们南部两个，我要看你们北部裁员剩下两个也就可以了啦，没有功能啊，还给你们200多个名额，还有人家建议要再多给你人，给你们再多的人，你们不会用也是没有用的啊。你针对这个你有什么看法？你多久可以把它查出来？不要告诉我要一年哦。因为你们上次我在咨询的过程中，真的跟我讲要半年到一年奶粉才会查得出来，你可不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多久可以查得出来？这个案子，我们在掌握相关的那个资讯以后，不会到一年呐、啊，一定会尽速出来。尽速是多快？
我现在 也可以跟各位说，你们 不要每次都只看到的成品、成本供需这样的调查来应付我们立法院。我们在要资料当中啊，有时候业者我们真的很想带你们的人下去看看，在基层 被民众这么黏，这么骂说，你是立委是在做什么？啊，我现在说，你要问新政府是在做什么？对不？嫌一个牛奶粉都顾不好，啊，对对不对？我们再来会积极的去进行每一个步骤，然后有些单位要是要的资料太晚回来，我们会积极去亲自联合涨价，确实是事实，对不对？那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调查，尽速调查，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忽略。那你叫消费者怎么能够服气呢？对不对？现在是十九款婴幼儿奶粉一起涨，但是其实业者是两家，不是十九家。可是我业者是两家嘛？是啊、所以更有垄断的那个嘛，只是品牌弄不一样、我们只是要调查以后，对不对？要有市政，我希望你 gas 拿出来啊！因为啊，你显然没有我们彭副主委的一个 gas 啊！我说真的啊。台湾大哥大持续透过媒体在放话，很有可能结束四 G 吃到饱的优惠方案。那希望呢，这个电信业者中华电信也希望如期结束他四 G 的吃到饱的优惠。那我们呢，这两家呢，跟其他的电信业者都希望结束这个699啊。那你们就说这个叫做联合垄断啦、对不对？是。那我们彭副主委去年11月就警告这些电信业者啊，不要透过媒体啊传达彼此的经营讯息啊，对不对？是。那这次又是第二次提出警告喽，对不对？是。你看他就怕怕没什么怕，你知道吗？是。啊，为什么牛奶你们不做？为什么？因为手机每个人都有，你们很重视。牛奶只是那些小婴儿在吃，你们不重视。我们是这样吗？非常重视，没有，一定很重视，对不对？婴儿奶粉是非常重视的。你政府有那个权啊，不然你给他喊也不要紧啊，他较不敢啊。对不对？该有的公权力你们拿出来啊！啊，麦干那欺负一种未公未义呐，对不对？绝对不会，绝对不会。我们一定会依法秉持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会彻查，而且会快速的在查处。哎，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哦。我们不要认为说这是小事，一个单单一个奶粉一而再再而三，包括我们的一些菜价、物价之类的东西，一个公平会200多个编制，竟然没有办法这个做好的这个。给民众一个好的交代，我们都会觉得，你们不觉得薪水领那么高，很不好意思吗？好，再来，刚刚讲到的有关于这个数位经济的一个部分呢、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很奇怪啊。我们这个许益仁委员写了一个这个数位经济基本法的一个草案呐、找不到主管机关是谁、你认为主管机关应该是谁？就你丰厚的这个学识以及经验来讲的话，你认为应该是谁？您提到基本法哦，这个法的话，主管，这个你们是反托拉斯嘛，难免也有点相关嘛。本来是说经济部了，后来经济部不接。现在这个我们叫做数位经济时代哈、所以每一个事业都可能会有一个虚拟跟实境的这个。的状况的产业产生啊，那所以这个所谓数位经济基本法，我想跨得很大，应该不是在单一部会里面去执行的。哦，那我们这个就，当然我要请我们委员，要请行政院长指定看哪一个单位。目前他们是这样想的，就是从行政院这里去做统合。看看是是。哦，目前你们是已经有这个方向出来了，没有错吧？因为开过一些会议。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希望你哦，法规要快点再去做一个检视，是因为真的我们在公平法的时的也有一段时间了哈，那现在25年了，现在的时代变化真的很快，是包括所谓的这个直销也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电脑方面的传销一样哈，都是哈，都已经数位化了哈。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你们主动就去把这些相关的法令去做比较严谨的一个讨论，不要到了发生事情，然后一拖半年，那个案件又拖半年，那个我们整个台湾不会进步的。台湾数位化的部分真的已经落后人家，包括大陆都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我们希望台湾加油了，好不好？我们也期许你，希望你把当时在人事案的时候那种 gas 那种自信心，你要找回来。你忙当家
安尼足紧张的感觉，啊，一句话，我安怎？这个不太适合，是不太像是一个主管该有的一个表现，好不好？加油了，还是很期许你了，好不好？哈，谢谢，谢谢。接下来请陈昌明委员。主席，有请我们黄主委。主委请。陈委员好。黄主委。是。很多人讲公平交易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是冷衙门。啊，你觉得是冷衙门，还是觉得是热衙门？我不认为他是。我听到很多委员讲，我不认为他是衙门。我是委员会的新人，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衙门。不是啦，我是假设啦，你在这边跟我吹毛求疵上，不冷单位可以吗？还是冷的委员会可以吗？所以您就搞计较，看那个看那这官的仔，你有气别，有气度，有没有气度？还这个地方在讨价还价？我问你，热的单位还是冷的单位？我本来看你很仁慈，不要想讲话这么硬的哦。你开玩笑这样子再讲？我们是热的单位。所以，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里面的业务报告里面谈到，公平交易法的规范对象。广及各行各业，是为促进国内产业良性的竞争，但是这句话就觉得不怎么对。还有什么强化集中施政的成效？怎么会突然跑出这句话？本会筛选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密切相关之重点产业，加强督导办理。所以你不是冷的单位，也不是冷的衙门。衙不一定表示官僚制度的一个话，把这个话，你一个衙门，你就这样咬得不死，就可以看到你公平交易委员会，你们所有成员如何在做事情。我以前有在拜托过事情，我发觉你们真的很大，但我也承认，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不是专家，但是我今日经济委员会好好的研究，是，这第一点，是，谢谢。第二点，你的工作报告里面你105年度啦，你的罚款收入多少？我告诉你，2,6767万。谢谢。但是你第二点又跟我谈到，你说你的罚款收入是150亿5327万，你成立以后，这两个事情你哪来比较，害我看得莫名其妙。我仔细再读。如果你说在105度，如果你的那个罚款收据是150亿，我一定建议蔡英文总统请你去当财政部长，因为你太会收入。说两个风马局不相关的事情，你提8个月能一管，你感觉有150亿，我公平委员做了很多。我说这个不是做实事，这个叫做虚事，在表功。我点出来，你不要生气。好，来，第三个问题，我请教你，菜价能不能上涨？我问你，菜价能不能上涨？它有些时候是会上涨的。当然，有些时候我说能不能上涨，跟有时候会上涨，我按照给你讲这个问题。我第一个观念给你，我很讨厌都市人的观点。乡下的价不能上涨，都市的土地价格能上涨，哪一条不能上涨？尤其台风天过后的时候，当台风天扫过了多少帐篷、花盆倒掉的时候，那损失有多大？怎么不能上涨？那我一生要当农奴来奉养你们都市人嘛？所以我现在警告公平交易委员会，台风来临的时候再去找农民的麻烦的时候。你们很大的错误，我们是看在眼里，笑在眼里。您叫做唔捌代志，唔捌了解台湾经济情形是安怎地发展，去找他喝咖啡，浩浩荡荡，您做是什么？那是无能的政府才这么做。要是我当农委会主委的话，我行政院长的话，我晓得夏季台湾会来临，我一定储存不一样的，从国外进口在这边等着。
就不会有上涨的问题。这个菜不能买，可以买那个菜。台北市都市的菜涨得那么高，到苗栗去买很便宜。你没有应变的措施，做表面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政府无能造成的啦。大家都讲得很伟大，好像都很仁义道德，欺负农业，欺负我们乡下的种田人，罪大恶极。台湾的民粹已经到了这样的现象，公平交易委员会不是那个，我说凭良心来做事情。第二个，大家谈到牛奶的问题，你们要找经济学专家。其实我今天在这边发言，我应该替我们一般的小孩子在发言，但是我把它归结起来，是政府的失策，政府的无能。第一个，你有没有想到汇率现在变了多少？以前一块美金28，现在31.5。第二，一例一休，你再算一下，大概成本增加30%到40%。我讲这话，其实我很慎重。那什么东西都不能涨，台湾就维持这样。如果真的政府有能的话，再涨价的话，事先去查一下，很快查嘛。国外的价格多少，加工成本多少，你们进口关税多少？但是，主委，你刚刚跟我讲，全世界有20家大厂，他们很容易联合垄断。台湾是小的地方，量很小，我们很容易被人家欺负呢。所以我说，公平委员会不要造成扰伤，让三不聊生。政府如果发觉这个事实是他有涨价的理由，你应该拿出政策。好，我每一个婴儿我补贴多少买奶粉，每天都在吵吵闹闹，一涨了价什么都不可以。主委，我讲这种话，我彭副主委，你晓得我压力有多大？好像没有问百姓讲话。世界上有两个平衡的平衡点在，经济自由经济的，不能强制压制的。所以我今天没有人敢提示政府应该要解决的方案出来，天天就骂商人，反商的情节。我们我现在讲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手机它可以打1000多块都不烦恼涨价，啊，如果其他涨了一点的时候，就好像呼天抢地的，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前景在哪里嘛？我讲了很多，因为我本来在台下看到你妈妈的面，你这个脸很慈祥，就像一般妈妈一样。但是我加工加是结尾是给你了解实际政治运作的情形，我不是青菜公公。我心有同感、啊、是。你应该去想那些，国家应该拿出来，像蒋乃文，我说要把它打得更低更好，哎呀，没有人爱戏。他自己本身就有几家在竞争的，大家市场的扣有力都有，他敢乱涨价吗？台湾很小呢，台湾是世界经济要战争的一个模范场，小又竞争，好好平心而论啦，不然这样台湾常常听你讲，真的、哦、我是很诚恳的讲话的人。所以要是牛奶油涨得不能忍受，政府出面买嘛，补贴嘛，因为我们的能量很小。还有你在讲到托拉斯的问题，讲到高通，为什么有很多人在关心高通是怎样的公司，你晓得吗？它是晶片制造商，啊，拥有很多专利的晶片制造商，它世界第一流，是它赚了几十年的，它的公司的财产是几百亿几百亿的美金，将近千亿的，所以这种大经营，我说你那个公平交易委员会要做大事情，你25年收8亿，沾沾自喜。我刚刚看了资料，欧洲罚款25亿美元，中国大陆8.9亿，韩国9.8亿。我对这个事情很了解，台湾是小媳妇，我们在电子产业的发展。高通最大的影响在哪里 ？IC 的设计业，联发科台湾的设计被他欺负得很惨。他可以行销，他可以倾销，但是公司太大了。台湾很可怜，天天爱美国，
又不敢对美国出啊，美国在修理台湾，我们只有摸着鼻子啊，假装没有看到。所以高通今天弹出来了，它的影响是影响到台湾的 IC 设计业，是人家早就处罚了，人家一笔就几百亿台币了，我们25年才150亿台币你写出来，诸位，我不敢要求你作证，我相信中国敢罚，南韩的科技跟我们不相上下，欧盟的科技也跟我们不敢相下，为什么我们迟疑不决？是还调查的程序还没有完成，哎、不是迟疑不决。别人都调查好了，我们都没有调查好，把他的资料拿过来一对比就出来了。您敢不怕怕病？我们要执行你，我都要想的题材，要讲的你高兴，又能虚心的接受，又觉得要有见言在。啊，你弄啊，你青菜搞个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一下。其实你这个单位的权力非常大，是。但是我一直强调，不要去乱咬伤。你现在还提出了要有行政的搜索权，你要变成检察官。我说执政党已经目前目无法纪，什么都要有搜索权。咱就是警察国家呢，咱慢慢的变成纳粹主义的国家了呢。我一直在看啊，不要以为你是多数的民意啊。你要申请，经过别人申请，一个厂商建立的地位很不容易。要抓，好好抓；要办，好好办，不要跟人家办的半死不活、要死不活的样子。我们讲究那个一定要有明确的证据，因为我才能够办。不是啦，大家当然要有明确的证据嘛。但是人家有证据，你不承认，你包括传销到你那边有检举的，就是一定要过水拔毛嘛。处理过很多，到你那边不拔一下苗，你们就没有政绩，也没有成绩出来。好好考虑台湾整个经济环境的发展。如果有担当的政府，不要被民粹所绑架，已经走入的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一定是独立行使我们的职权。我希望公平教育要真的公平，也真的要有正义，不要人云亦云。报纸一写什么，跟着跳舞起来，到时候有很多证明报道是假的。川普为什么那么愤怒？没有了解，一下下来，一翁上去，事情完了，判没有罪的有多少啊？悲哀的台湾，你们真的执政要好好做。我是很诚心、很诚恳、提出良心的建议，谢谢。是，我们会努力来这个做这个事情，谢谢。接下来请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叶宜菁委员，叶宜菁委员，叶宜菁委员不在。庄家斌委员，庄家斌委员，庄家斌委员不在。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苏巧慧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陈欧波委员，陈欧波委员，陈欧波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徐祯蔚委员，徐祯蔚委员，徐祯蔚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赖瑞龙委员不在。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钟孔照委员不在。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何新存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邱义莹委员，邱义莹委员，邱义莹委员不在。吕孙林委员，吕孙林委员，吕孙林委员不在。好，我们登记发言的委员除不在场者，其余均已发言完毕。啊，询答结束。委员林代化、邱义莹、苏志芬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好，那本日议程处理完毕，散会。